先给我吧。先不想给你肉。稍等会儿啊，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我们今天呢是红色政界活动啊，休息几天也不能闲着。然后呢，今天晚上直播，有几位藏友呢到现场了，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藏品。当然，我们的这个政界活动呢是全部免费的啊。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说了，是服务于我们的直播间的客人和参与过的这个朋友的啊。大家晚上好，稍等一会儿啊。这两个麦都没问题是吧？嗯。感谢易先生、老先生啊，王先生也进来啊，两位易先生。好，那大家已经进入直播间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拍卖呢就开始了啊。就是我们的政界活动呢就开始了啊，都习惯了。红色政界很 OK， 呵呵，感谢大家。温柔这是男士，前面挂着个直男，然后呢后边是男士是女士，说真帅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藏友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次呢征件呢都是天南海北的朋友呢带着藏品呢大老远的过来，所以在这儿呢给每位藏友解读的过程中呢，大家呢也自己看一看啊，就是是不是呢有和自己呢同款的藏品，无论是对还是不对，那是真是验，那么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这个学习过程呢非常真切，当然对这个来的朋友呢是有点残酷啊，但是这个残酷呢要面对啊。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呢你了解到了啊，如果说自己收藏呢是对路的，然后继续往前啊走，继续提升；如果呢不对路啊，马上呢踩刹车啊，接下来呢该这个调整方向，调整方向。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真切啊，正因为如此，所以呢大家呢在这个看这个藏品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互动起来，也就是每件藏品上来之后呢，我一看呢给大家呢展示了一些细节之后呢，大家呢投一个票啊，是对还是不对啊，那么是对是什么年份的，那么一是投票，一个是呢屏幕上面呢和我们互动啊。好，有请第一位藏友。好好，小帅哥，你好，你好，坐坐。文大名啊，坐吧，我给你夹上啊。好，就夹这儿吧。好，没关系。好，怎么称呼你？我姓汪，汪先生。三点水，老汪。听口音是不是天津来的？北京东城。哦，北京东城。好，抱歉啊，那有点靠天津是吧？其实就是北京来的，是。我们一看这小帅哥啊，就是您收藏是自己收藏还是别人收藏啊？自己收藏。哎呦，你看，一看年轻人我就特别开心啊，因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呢是，加入收藏这个门类，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啊。之前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客人呢，也和我说了，说崔老师啊，我天天那个拍这么多东西，咱们的这个收藏这个板块有没有前景？我说当然有前景。为什么呢？现在参与我们这个拍卖的很多这个参与者啊越来越年轻，而且呢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数量呢是越来越庞大，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呢对网络呢是特别熟悉，而且呢接触新鲜事物呢他的敏感度啊，包括判断力以及呢热情啊，比较起我们的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人呢肯定是要有优势的。正因为如此，他感兴趣呢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学会的速度也比较快，调整方向呢速度也比较快。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前景呢是非常大，而且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接触的很多年轻的这个藏友呢
有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就很多了，那当然三十几岁的呢已经是大量的了。正因为如此，那后备军啊是非常庞大一个群体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个收藏的这个门类艺术品的这个板块呢应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呢年轻人参与嘛啊。那我就看看这位先生呢带来的藏品好吧。啊，没有没事，好嘞。你看你稍微往这里，对，你稍微靠我近一点。那我得采访一下，就是这件呢我一看呢就是老窑嘛，这个老窑是您自己呢一直喜欢还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喜欢的？我从来一直就喜欢老窑。一开始就是喜欢老窑？对对。那你有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是开始呢是介入明清板块的，然后呢玩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自己觉得呢，哎，明清板块呢好像厚度呢不是那么让自己满意啊，就是审美上面呢他想这个追求更高的审美，然后慢慢的转向呢老窑，也就是唐宋元的这个瓷器的收藏。那么这个转向呢相对较容易一些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关注这个明清板块，你想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啊，市场化的一些问题呢你可能每天要挂在心上。那么正因为如此啊，先开始收藏明清的，然后呢转向呢去收藏老窑的，往往呢它的尺度比较严。什么叫尺度比较严呢？就是要挑这个品相好的，要挑呢这个质量高的，要挑呢这个名气大的，要挑呢来源呢有传承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可能就是更健康的进入到这个唐宋这个板块。但是呢一开始呢喜欢宋瓷呢，反过来呢它可能很少人感兴趣呢明清瓷器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呢上来呢就是比较高级的啊，上来呢就是宋瓷审美，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觉得可能是明代的清代的呢就比较繁荣，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对。所以一开始呢喜欢宋瓷的朋友呢往往呢玩了很长时间了之后呢，你想让他这个进入到这个明清板块，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做明清瓷器的，然后呢他进入到这个宋瓷板块，那么相对会容易一些啊，这是一个现象啊。那我们看看您的藏品啊，这个藏品呢是购藏多长时间了？大概有一年左右。花钱多吗？不算特别多。不算特别多。你看年轻人呢这收藏呢都比较理性。我给大家看看细节啊，看看。对，看看细节，对，推得近一点。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一个吉州窑的风格的一件呢茶盏，它是呢窑变釉为底子，然后呢以黑釉依托窑变釉呢剪纸贴花啊呈现出的一个我们行业里呢叫做这个梅花盏啊，但是呢也有人呢说这个不是这个梅花啊，当然这个各种说法都有。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釉的这个状态呢有一点哑光啊，那么上面的贴的这个花呢呈现出的这个朵花呢外围线呢还是显得比较清晰的啊，也就是里边的这个花朵和这个整个黑釉和窑变釉的这种颜色橙色的这种状态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的时候呢大家去投票啊，看是对不对。看这个胎表上面呢还有一些开片，那釉上面呢呈现出的这个光泽呢也有点受损，而且呢还有一点后期保养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泽啊，对不对啊？什么年份的？那么这个盏呢它的口沿上呢是有点竖口，也就是这个位置呢微微向下凹，主要是里边呢有个棱线啊，这种里边的这种棱线的处理呢是这个吉州窑里边呢比较高级的这个盏的这个处理方式啊，底部的这个修足，你看刀痕的这个转折关系啊，上面呢有一层呢皮壳啊，当然呢胎表的状态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是否呢有我之前呢所说的比如说风化的老化的层次啊，胎釉交接是如何的，它的地釉的黑釉啊质地釉色以及呢光泽以及呢从这个里边看呢它的这个窑变釉的这个颜色的这种丰富度，这些呢是不是够的啊。我想花钱不多嘛，肯定一般呢像我们这个收藏门类花钱不多呢小几万或者是万元以内是吧，就是这种尺度啊。你看有些朋友呢说不对啊，有些呢是老的有护台浆有的看新啊，老普品
老的这个修复过，新的大家投票了吗？投了。投票的结果是九针两验。你看大部分的这个草友呢还是支撑你的这个认知的啊，也就是你买的这件呢自己认为呢是什么窑口的？我认为应该是老的。应该是老的，肯定是老窑。那吉州窑肯定是自己应该是有所了解是吧？对，吉州窑。看这件呢到底是真是验呢，我的鉴定结论是真品啊，这件呢是一件真品，毋庸置疑的啊，而且呢是标准的南宋吉州窑的黑釉窑变釉剪纸贴花的一件呢漱口盏，那么而且呢是吉州窑里边呢算是呢品级呢相对较高的啊，当然不是那种顶级品级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品级呢，那么不能拿我们现在看到的品相然后来衡量，有很多呢历史上的品级特别高的，那么到我们今天呢保存的这个状态不算太好的时候呢，大家就认为它的品级呢不高，其实呢原本它的品级呢是够的啊。我给大家讲讲细节啊，就是讲的过程中呢大家也听听啊，看我讲的这个有没有道理，而且呢这件盏呢上面呢涵盖的也就是吉州窑鉴别上面呢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呢我给大家呢讲一讲，因为每件窑器作品呢它含在的信息也就是携带的信息呢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吉州窑里边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窑器作品了啊。好，那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为什么对的啊。首先呢从胎开始讲，那么这个胎呢胎表呢是比较干爽的，这个胎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棱线这个位置呢它是自然磨损，你看自然呢稍微有点磨损呢露出胎的本色，其他地方呢是有点的土，包括是有一点的护胎浆，那么它的这个胎在这个位置呢是露出这个黄色的胎，但是呢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再往前推啊，镜头推不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胎呢大小颗粒呢是有层次的啊，大颗粒小颗粒呈现出的这个状态层次感呢是非常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胎呢很干爽，胎的大小颗粒相间，有这个相应的孔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新仿的那种胎呢磁化程度比较高，烧制的比较硬，显得胎很僵，这种呢有坚实度有干爽度也有颗粒感，但是呢它的颗粒和颗粒之间呢是有一点那种松动的感觉的，这是真品特征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胎上面呢呈现出的这个护胎浆，这个呢红色的部分呢这是有护胎浆的啊，那么这个护胎浆呢在这个胎上呢呈现出的状态呢，那表面呢也是干爽的，但是呢薄薄的一层，这一层呢和地釉之间呢是一种呢融进去的感觉，这是真品的特点。那么并且呢它的修足刀痕呢入刀角度和这个出刀，那么刀痕呢非常爽利，这个中心呢微有一个齐心向上鼓起，那么这种呢底足呢修制的状态呢，像这种呢已经是吉州窑里边呢中等偏上的这种质量的这个修足了一般呢吉州窑的这个修足呢它的修足呢不是像呢其他窑口，比如说像建窑，那么没有那么规矩，它是呢比较帅意的，那么外底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部的一点小区域，你看局部的一点小区域上面的颜色呢是多种复合的颜色，那么包括护胎浆的颜色，包括呢胎的颜色呢微有露出的部分，有些呢滑动状态的一些呢划伤的这个痕迹里边的漏胎，包括呢表面的这种老化风化层，还有一些呢土的皮壳，这些呢全部是真品的特征，随便一个局部啊就很自然。那么刚才也有先生说了，说这个盏呢可能是经过修复的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个吉州窑的盏大部分呢都是有点修复的，那可以说这边正常的状态，这边正常的状态，但是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位置呢是有覆盖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状态呢它和这个位置的这个状态显得是不是不自然，而且呢对应的你比如说啊像这个里边，这个里边这就是相当于对应的，对应的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的这个状态它也是微微有点覆盖的，就是呢原本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有一根引线从上面下来的，就是经过一点修复但是里边的窑变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窑变釉呢是一个 B
变化呢比较多啊，地子呢肯定是棕色的，但是呢上面呢有丝丝缕缕的这种绿色，那么这种铜绿色的这种窑变的颜色，包括呢丝丝缕缕向下垂流形成的这种垂流肌理，这种呢丰富的感觉，这些呢全部是真品的特征。而且呢要说一句啊，就是老化它是怎么老化的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片片纹和片纹之间的夹角，还有一些呢气孔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呢发黄的，这个点状的和发黄的线条，这个呢是外界物质呢随着它的这个开片和它的孔隙向里边呢渗透进去了之后呢形成的腐化。这些腐化呢，其实你这个侧着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坑坑洼洼的这个点儿，这就已经呢是被腐化了，釉面已经受损了。所以呢，这样的釉面受损的部分呢，是首先呢被侵蚀的这种部分，然后呢向里边渗透，从底下呢慢慢的向外呢反射，反应，这是真品的一个特征。那么黑釉呢为地釉，黑釉的熔融度呢要比这个窑变釉的熔融度呢要这个高一些，所以呢它的耐腐性呢要比窑变釉要好一些。我们一般能见到这个吉州窑呢，更多的是什么呢？它的窑变釉的这个部分呢腐化严重，黑釉地子的部分呢是其次啊，是个受腐化的，也就是这个位置呢不严重，这个位置呢严重。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光泽上去了之后，是不是这儿是致密的？那么上面呢就没有这种被腐蚀的这种坑坑洼洼的这些部分。所以呢这个窑变釉的部分呢首先被腐蚀，和黑釉的这个腐蚀的这个程度呢不同，这也是真品的一个鉴别上面的非常重要的点。因为相同的环境，那么它的釉的致密度不一样，那么它的耐腐性呢就不一样，它的耐腐性不一样呢形成的这个腐蚀的状态呢就有差异，那么这样的差异呢才是真品的特征。而现在仿品呢整个杀一次光，那么无论是它的地釉的黑釉还是窑变釉，整体的这种状态呢都是一样的哑光的，那是有问题的哦。那当然再给大家要说一点呢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这个边沿呈现出的状态啊，边沿呈现出的这个状态，那么它的这个上面呈现出的窑变釉和地子的黑釉之间的这种交织的这个感觉，如果呢你看上去呢它没有这个透空的感觉，所谓透空的感觉呢就是地子呢好像呢就是这个墙壁，那么这个呢好像是镂空，那么镂空呢你隔着墙壁往外看，外边呢是大黑天啊，也就是不是白天，那么外边的黑是一种呢有这个深邃感觉的，有空洞感觉的，那么是分层的，有立体空间的，那是真品特征。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感觉，一旦呢就是窑变釉和黑釉呢混淆一谈了之后呢，变成一个平面，没有任何的这种立体空洞的感觉，也就是没有那种剪纸镂空的感觉的，那要有问题了啊。这是一个鉴别上面非常重要的点。再有呢就是其实看这个地子的时候呢，大家已经看出丰富的感觉了，但是呢你要看这个现在高仿的时候呢不能看这儿，这个地子整个呢颜色丰富，这很正常，但是呢一旦要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里边的这种特别小的这个小的窑变釉的点，这个点上面呢丰富度非常高，而且呢是从这个地釉黑釉上面呢浮现出来呢，呈现出自然的融合，又有这种层次那彰显出来的，这种你看每个点是不是有立体的感觉，那么颜色这个艳丽的部分啊，而且呢这个窑变釉的颜色浅的部分呢都向上浮，颜色深的部分呢往下沉，所以呢你看那个点呢感觉就有点像明清瓷器呢，比如说呢乾隆洋彩画的那个立体的那个像镶嵌一样的那个花瓣或者是花心，有那种感觉。所以呢这种感觉呢是真品的特点，看这些局部比要看这个整体要来的这个真切，准确率要高。你看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底下这一条啊，看到这底下这一条了吗？这一条呢肯定是经过覆盖了啊，就是这个一条呢是这个修复制成的，上面有点覆盖物了，覆盖的这个区域，以后买吉州窑啊，你买的这个眼光肯定没问题啊，也就是呢买真了，买对了。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说，如果你要不会看品相的话，你即便东西买对了，买真了，买倒带了，那品级也买的没问题，但是修复
你看不出来的话，那有可能比你买到假货呢损失更大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事儿很简单。那么真的它的市场行情价呢是一个定死的，比如说呢像这只展，如果没有品相问题的话，一般的情况下能值个6到8万肯定值的，如果釉面没有损失的话呢，值个10万以上也是值了。但是一旦修复了，那么它有可能是市值10万块的，那么其实它的本身的价值呢就是1万多块。但是如果你要说去你买一个假的，它不可能按照这个真品的价格去要价，一般的情况下市值10万块的他卖你2万块，你看卖你2万块你全都损失了，损失2万块。但是你买一个真的，本身市值10万块，你花了8万块买了，但是它是修复的，最终呢就值2万块，你是不是损失6万？所以有些时候啊，大家呢很自信，我买到的东西呢是对的，但是呢品相这个事儿呢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呢就转一下，我也没用紫光啊，我给大家转一下，转一下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看看呢它这个原本，这些原本呢都是正常的啊，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你再转，这些原本呢都是正常的啊，这些正常的，但是这儿是锈的啊，看了这个位置呢是锈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块覆盖的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这个修复呢，覆盖还不光是口沿上的覆盖，是从这儿往下一直到这儿，这个位置呢是有磕有冲，冲到底下。那这个覆盖的这个状态呢，你这么看这边是干爽的，到这儿呢它就油腻，好像有一层东西呢包裹上去了，这个地方呢它有交接线就不如这个地方它有交接线清楚，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交接线是修复之后呢修复的是水平一般，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大片的这个覆盖。而且呢其实我没打开它看，那我也知道从这儿呢到上面是有根冲线的，那么口沿上呢是有点是个小磕的啊，小磕的，再往过这边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这种呢是自然状态。那当然除了刚才这个位置，那么这边的这个位置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这个位置呢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这个位置呢是从这儿往上到这儿修复的，能看到吧，也能看到。这只展呢您花钱不多，但是买到东西是对的，我相信呢就是这个展可能卖你的人呢他自己也心里清楚，卖你价格估计也就是按照这个修的价格卖你的，对，买的如果说您说呢这个价格不高，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风险。但是呢这类呢作为这个学习、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啊，因为呢毕竟呢极昼窑所有的信息都有了啊。我再给大家说一点呢，极昼窑看极昼窑拿在手上的时候，来切过来，拿在手上的时候呢，这些腹部线条，这些口部呢兜口里边内堂的这个转折，这些呢都是特别具有手工韵味的，这种手工韵味呢它是一种浑厚的感觉，而且呢有一种质朴的这种效果啊。所以这种效果它现在新坊呢往往呢很机械，就是外壁你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微微的这种竖口啊，腹部的这个微微起骨，内里的这个状态，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向的劈痕，你都能看到在釉层包裹之下，这些呢都是真品的特点啊。好，就是我们给大家呢预热一下，这是第一件啊，我讲的呢这个比较多，但是呢至少呢这位大帅哥，然后呢第一件买的东西都是对的啊，这个是非常难得了，而且呢上来呢就对这个宋瓷感兴趣，而且还能买到真品，我估计呢他自己也清楚这个上面的这个品相呢可能会有点问题，是吧？好，看看第二件。你看敢买这类就应该是这个行业里边的这个老行家才敢买这类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行业里的老炮才敢买敢玩这类啊。为什么？一看口沿上都包口的啊。这个您讲讲这件。这件也是南宋时期的啊，南宋的，对，是景德镇那边的，景德镇这边的胡天窑啊。然后呢这个买这个口沿上包口，你没有什么任何怀疑，这个包口的就是原包的是吧？对，我选择还是赌一下吧，赌一下，相信这是原包的啊，相信是原包的啊。
好，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细节啊，大家呢也在投投票。来，看到里边呢，它是刻花工艺啊。当然，这个刻花工艺呢，里边的这个花枝花叶呢，主要呢这是花头，花头的部分呢表现的是一朵牡丹了啊，它是一个折枝状态呢缠绕的一个团花的牡丹花。那么当然呢，它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半刀泥啊，还有局部呢有这个闭刻工艺，闭刻工艺，但是闭刻工艺呢不是特别的清晰明朗啊，线条呢非常的这个帅异，上面呢满布这样的开片。这个片纹呢开的有点像鱼子纹片纹，但是呢有点像这个小的这个鱼鳞片的一种状态啊，釉质圈足的这种挺拔感，圈足上面呢这个是呢是微微呢有点釉的啊，也就是这个不是说完全的露胎的，上面呢有这个局部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点这个薄薄的釉的啊。那底足呢它的这种处理，外底呢转折的地方呢已经这个釉层包裹在到这个转角处了，局部呢顶端呢还有釉，证明当时呢烧制的时候呢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是扣着烧的啊。看看它的口啊，口的状态，口呢这个包口呢包的的确是比较宽啊，而且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宋代的也就是两宋时期的包口呢是里边宽呢外边窄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呢普遍宽。满口啊，满口口沿呢是个花口的这种器物造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它的花口，花口投票，大家去投个票啊，对不对？您姓什么呢？汪。汪啊，王先生啊。好嘞，放在这儿转一转。孙先生说呢，是个新的啊，我瞎说的，是个新的，我瞎说的，那到底成立不成立啊？好，宣布一下呢，大家的投票结果。21-3你看，这个比例呢是越来越高了啊。其实呢，我们的直播间呢，每天的直播讲解这个不是白讲的，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关注红色崔凯的这个直播间，那么关注一年呢，就基本上能这个入行了啊。所谓呢入行了就是入门了，基础知识呢就基本上具备了啊。那到底是真是验呢？我的鉴定结论是真品，这是一件南宋时期的青白釉刻花牡丹团花纹的花口带金属包口的一件呢长口盘啊，真品，而且呢这件质量级别还是不错的。你看我说汪先生呢是有眼光的，为什么呢？刚才呢吉州窑呢品相差了一点，但是呢花了点小钱你买到的这个吉州窑呢就是中等偏上的级别了。那么这件呢是青白瓷，而且呢它的窑口呢是偏向于景德镇那么胡田窑这个窑口的，但是呢这种呢现在呢还无法确定那么死是这胡田本年本窑镇窑的，因为呢这肯定是景德镇的没问题，那偏向于胡田这边烧制，但是呢这种呢它不是特别典型的胎釉啊。当然你说胡田窑也没问题，在行业里边呢可能大家呢不是特别专业的情况下呢分不了那么清楚。它的口沿的包口是真包圆包口，像这种带包口的，你想历史上呢金装定器银装定器听着就高大上，用金包口用银包口，但是呢景德镇这边呢用这个锡包口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我看呢这个上面的材质啊，这个上面的材质，那么还是偏向于银口啊，偏向于银口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在当时呢本身级别够，那也比较这个金贵，才可能啊那么 去这个包这样的口，这个包口呢在当时呢还是呢比较讲究，而且呢有一定的花费的啊。好，我们看看这件啊，为什么东西是对的。
首先呢，里边的这个刻画工艺，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讲的比较多了啊。这种呢，已经呢是接近于锥刻了，但是呢，侧面的这个刀，这个呢是标准的半刀泥。那么这个呢，上面呢是这个篦刻工艺，也就是篦划工艺。篦划呢，线条呢，一组线条呢还是排列的比较密集啊，也就是多条线组合的这种篦划纹。但是呢，它的刻刀呢行云流水啊，线条爽利。刀断一连啊，这种呢叶片呢向四周展开形成的这种立体效果，这个呢是真品的这个全部要具备的啊，也就是真品呢哪怕呢寥寥数刀，但是呢刻制出来的线条的这种曲向性，那线条组织啊交错的感觉，线条的层叠关系，包括呢整个线条的虚实强弱刚柔，这些呢都要在这个用线上面表现出来，它的叶片呢才是立体的。你看这个叶片呢从这儿生长出来呢是向后方翻卷的，向侧方卷曲的，那么这个呢是正面的这种卷曲，那么尤其向下的垂搭呈现出的状态。那么整个这个花瓣的这个层叠啊，表现出来的这个花瓣刻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用刀啊，从这儿过去这样的用刀，这个刀法呢是既讲究呢实线，也就是呢比较实的线条呢刻制的它的结构，再用呢比较虚的这种侧刀，也就是半刀泥，一边深一边浅，斜插入这个胎泥里边形成的这种刮削。那么这个刮削呢就是虚的，这种实在的这种比较这个生硬的那宽窄呢变化不大的这种线条呢就是结构线了。这种结构线和这个花瓣的这个半圆呈现出的这个线条，那么虚实变化，所以呢感觉呢像你看这是花心，这是花瓣向四周展开。远处的近处的啊，那么花瓣呢远处的肯定是你侧看呢很窄，近处的呢就是很宽，那么翻转的这个花瓣的层叠啊，立体效果是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转过去的，这边呢也是一层叠一层过去的，所以呢这种刻花工艺刀法呢还是显得比较犀利，特别讲究。灯光打透了啊，大家要看灯光打透了之后这里边的这种颜色，这些颜色呢有点发黄，这是呢顺着开片那么沁到这个胎里了。这个沁到胎里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是在釉和胎的这个夹缝里边呢形成的这种浮化啊，你看微微的发黄的部分呢还有点状态这种浮化，这也是真品的一个特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上面的开片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片片纹呢都是呢侧着看啊，侧着看和正着看的这种效果不太一样，你正着看呢好像呢是密密麻麻的，好像是不规则形状的，但是侧着看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侧着看呢就感觉呢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席边一样的，甚至呢有点这个垂柳一样的感觉。所以呢大的这个线条走向是按照这个器物的造型，那么随着它的器物的造型的走向然后来形成大片的，那么这个大片中心呢再有交错，交错呢形成的这种小开片层叠关系呢非常的好啊，你看大片呢是从上面往下走，小片呢是这种小细碎的冰裂片，那么侧着看的时候呢，这样的大片小片形成的层次是来源于胎釉的应力和膨胀系数的，那么这样出现的开片呢才是历时时间很长才形成的开片。来给我，那为什么有些时候呢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历史上的窑器，无论是啊现在能见到的汝窑上面的这种冰裂片，包括呢鱼鳞片，还有一些呢大的这种开片，那么像这个后来的比如说呢南宋官窑的这种大片小片呈现出的那种冰片，那么还有这个后来的这个哥窑啊，它的那种开片，这样的开片呢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个开片和历史上的刚出窑使用时间呢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呢，它开出来的片纹呢不是一个状态，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开的，而且呢时间越长开片越多，时间越长开的这个层次呢越丰富。那么也就是言下之意，当时呢这个窑器作品呢烧完了之后呢，上面的开片不是这么密密麻麻的，这个呢是在流传的过程中胎和釉经过了若干若干年的这个时间，它的膨胀系数呢
一点一点释放应力，然后呢来导致的这个开片，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开片呢是后期时间带给它的开片，也就是时间给它的应力的释放的过程中呢形成的这种后天开片。那么汝窑也一样啊，很多呢例子，就是很多例子呢是原本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就有条冲口啊，也就是有条冲线，两边的开片呢不是呢通过这个冲线的，这边开这边的，那边开那边的，两边呢是一根线整齐划一的分割开了，所有的开片呢都对不上，是因为呢先有冲线后有开片。如果呢是先有开片后有冲线的话，它一定是冲线呢切断开片。那么如果呢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先有冲线后有开片，也就是那么它的开片的两端完全呢是不一样，线条呢无法交错，那么各自开各自的开片，不是它切断的，看样子好像是它切断的，但是呢是它阻断形成的两边的开片，一个呢是切断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先开片再出现冲线，是不是切断的，开片呢是顺着的，线条呢都是连贯的，突然间有根冲线切下去了，这叫切断式的开片啊，切断式的冲线。那么还有呢是先有冲线后有开片，那么这个是阻断式的这个冲线。如果一个窑器作品上面呢出现呢非常明显的阻断式的这个冲线的话，那么这个呢九成九九成八或者九成五啊，什么九成五是95%九十八啊，90%那是老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呢你上面的这个阻断式的开片呢都是后天开片，后天开片呢得需要时间才能开成这样哦。那么这个上面呢呈现出的这种开片的状态呢，它先天也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呢它不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呢是现在看到了，是因为时间带给它的开片，这个开片呢是有时间啊的累积形成的。那么看它的包口啊，这个口沿包口，看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更多的这个口上包口呢更多的是什么呢，锡。这个呢看金属的这个状态呢上面呢应该光泽呢上面呢应该还是偏向于银的啊。那么这个一看呢附着的状态，那么和它的这个整体的协调的感觉，而且呢宋代包口呢它和这个明清尤其是呢清代包口和民国时期的包口不一样，那么清代包口呢包的比较厚啊，宋代呢基本上呢是像这种薄薄的一层啊，包的比较宽，包的比较薄啊，这是当时的这种包口，一是省材料，看上去也比较阔气。那么后来的包口就包一个棱，像一个唇口一样，它耐用，但是呢这时候呢它不去彰显口沿包口的这个金属啊到底是银是金，不去彰显呢这种贵气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没必要包那么宽，立上呢你越宽它显得越值钱啊，上面金属呢都是贵重金属是吧，这个上面的这种腐化呈现的这个状态，这些呢都是正品特征。那么口沿上的这个芒口啊，它有交接线的这个部分呢火石红的浓淡过渡，胎表的这种干爽都很好。那这个花口这个口线的切口，这是花口口线切口，这儿也一个，这个位置呢比较明显，这一刀很利落，当然不是说这个坯弄好了之后，也就是把这个器物造型呢做好了之后，然后这个口沿上就有这刀，不是啊，这个呢是后期呢修了一个花口，修了一个花口，也就是这个器物造型呢大家呢都觉得肯定就是普通拉坯的，但是呢一般的像这样类啊见得过，先要拉坯，拉完了之后呢拉出个大概的一个大小，这个位置呢肯定是有个内模的，然后把这个坯扣上去，拍拍拍成一致的，然后在里边再去刻，刻的过程中呢啊当然这个口沿上呢修，有可能是个坯印好了之后拿下来就顺势修好了这个口线了啊。那这个呢是开门景德镇青白釉的一件呢刻花牡丹团花纹带金属包口的
这个花口盘啊，开门的啊。当然如果说细节讲上面的这些这个锈蚀的状态啊，我也给大家呢教一个小窍门吧啊。因为这东西呢现成的标本，现成的，现在手机也方便啊，那绝对是放大了之后呢很容易看清它的内里细节。我这儿给大家放这么大啊，这已经呢放得很大了。我给大家说这上面的锈蚀，也就是这个土的皮土的锈啊，那么在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呢，它呈现出状态。我之前给大家说了，我说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老的，什么样的状态是新的。这个上面呢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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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那么这个呢不是完全的金属的氧化，金属的氧化在这儿，金属的锈蚀在这儿，但是呢这个上面呢是有一层自然的这个土的累积。这个累积呢放大了之后呢，它全部是什么呢，全部是丘陵状态的啊，它不是平的。所以呢就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山洞里的钟乳石的感觉。自然界山洞里的钟乳石肯定是那么水里边的钙化物质呢一点一点呢往上累积形成的。那么这个种呢老的放大了之后，一定是从底层呢慢慢一层一层包裹，一层一层包裹，一层一层往起拢，一层一层往起拢形成的。那么这种呢如果没有这里边的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层次，也就是有底层，然后呢顺着这儿，你看这是底层慢慢慢慢累积到这儿了之后呢，形成一种呢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孔雀石啊，钟乳石，那么有点像这个绿松石那种原石的那种状态形成的感觉。那么这种是真平的特点。如果是平的，那一定是呢先用胶水然后活了一点泥土之后呢糊上去的，那么它的表面是平的。那么如果是真的，它的表面呢一定是不规则形状的。不规则形状呢就是你远处呢看呢那个山峰一样啊，那么它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这种呢类似于像山洞里的钟乳石的那种形成的感觉，自然的感觉，而且呢是圆融的，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那么如果说在鉴别上面呢，青铜器的这个铜锈能到商周战汉时期的铜锈，尤其是商周时期的铜锈，那么铜锈的这个生长机理是一样的，必须是这样。如果是平的，那一定是要不这个位置修过，要么呢就是全新的哦。这是一个地方啊，看到这位置啊，刚才是这个金属上的啊，就更加明显。如果我这儿有个高倍放大镜给大家看这么一小片，那么这个小片的过程呢就是从薄的层次然后呢慢慢累积成厚的层次。你别看你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小嘎巴，但是呢在放大镜底下呢就和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比较明显的那种旗鼓的状态是一样的。中心呢是立起来的，挺起来的，而且呢是层层包裹起来的，那么呈现出呢像山峰一样的感觉的，呈现出像钟乳石一样的那种结构的，那么这种的真品特征啊。胎上面呢附着的哪怕特别小的一小片，放大了之后呢都是那样的一种效果。那么它的这个概念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是金属的腐化，金属腐化的断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断层呢是不是像那云母一样，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那么从这个底化形成的这种层叠关系啊，那么像这个页岩一样的这种层叠关系，不是说一天半天呢它做就能做得出来的。这已经呢就相当于是里边呢已经松了，那么里边呢结构层呢已经完全的松动，呈现出呢剥落，逐层剥落的一个过程，逐层腐蚀的一个过程，那么逐层腐蚀啊，那么一层层形成的这种腐蚀，那是真品特点。从表层一直往下，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那么原本呢它金属里的结构就像呢我们来镜头给我，比如说呢像宝剑，宝剑那个钢材要反复的这个锤完反复的延伸，那么它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上面的钢纹怎么出来的，就是层叠层叠往下，这个过程你把这个做出来了吧，做出来你觉得它已经融入一体了，但是呢结构上面呢，那么需要这样的结构，层层结构层层结构，这个把宝剑呢既有它的坚实度又有它的韧性，这个韧性是从哪来的，是从这个结构上面来的。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做了特别高级的像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壳啊，当然宇宙飞船那就更高级了，那么包括我们去钓过鱼那个碳纤维的，它是不是一层一层一层，那船的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这个结构在这个桶里边的这个结构它就是这样的结构，因为它已经呢现在是一个薄片了，它的腐蚀过程呢也是根据你的这个结构然后一层一层腐蚀了，所以这种逐层腐蚀，表面和中层底层的腐蚀呢是不同程度的腐蚀，这一定是真品啊啊，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毋庸置疑啊，真品特征，真品特征啊。再给大家看一个特别小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手机呢肯定能量有限，我再拍一下，其实还能拍得更清楚一点，这个太绝了啊，这是现在手机还是好用啊，看到了吗，这个一小块，就是这样的一小块，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小块啊，我拍的就只有这个位置，同学们啊，到我们直播间呢全是干货啊，你要学不会那不怪别人了，放大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底的那一层，然后呢逐渐的形成片，形成片了之后呢从这个底层的这个基础上，也就是和这个地釉附着的最薄的这一层逐渐的向上累积，向上累积，向上累积，累积累积，这就是它的这个山峰，也就是这是珠穆朗玛峰，那么这个累积的过程那是从底层呢逐渐上来的，所以你稍微放远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是隆起来的，也就是累积起来的，那么是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呢一层一层逐层累积起来的，就像这个地震呢造山峰一样，从底下呢往上隆啊，那么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呢是层层附着形成的，所以这个上面的这种状态呢从底层的层然后一直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推到这儿了之后再往上到这个中心，一直到这个峰值的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呈现出的状态呢顶端呢一定是钟乳石一样的那种起骨的一层一层包裹的状态啊，包裹的状态，把这个这么小的一块小的土锈已经放大到这样的程度，都有这样的结构，那一定是真的啊，为什么呢，这个现在仿品它不可能把这个细节上面的原本的生长的原理它给你做出来啊，嗯，好，看到了吗？哎，我讲的全是错的啊，就是没有对的，您说的都对。好，那么这件呢，至少，比刚才那件呢品相要好很多了啊，千万不要动，保持原状。哦，对，那一定的。对，好，这件呢，恭喜恭喜。第二件又是真的，再来一件。好，那这件您先讲一讲。这个是金元时期西夏的。西夏的。对。嗯。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磁州窑。就是您认为呢是机缘时期呢西夏的，对，但是呢到了元呢就没西夏了，是，所以是吧，还得成吉思汗亲自给他灭了，然后豁上命给他灭了。所以呢风格呢你说是西夏风格啊，就是但是呢你认为呢是磁州窑的，就是是不是呢西夏这个宁夏这边呢烧制的不一定，是不是认为呢它是磁州这边呢按照西夏风格然后来做的。对对，因为蒙元疆土太大了，肯定各个地区都互相有影响。对 对, 对，那我先给大家先看个细节啊，看这个线刻，之前我们也拍过这类啊，拍过这类呢是先线刻然后呢再刮削，那么也就是它的工艺呢是在这个酥皮上面呢这个施黑釉，施完黑釉了之后呢是横向刻，横向刻完了之后呢然后呢在这个把多余的地子上面的这个黑釉呢刮完了之后呢形成这种土黄色的胎，然后映衬着黑色的这种缠枝花卉，是吧？它是底，啊，投票，好，投票就是对不对啊？是不是金元时期的？哦，看那里。那里的状态，看那釉如何。那釉的釉质，口沿的口线，等我打一打。好，我去看看底啊。好，大家投个票啊，对，投个票，对不对？一是不是西夏的，二是不是磁州的啊，第三个是不是对的，是不是金元时期的，开门了，太极不干扰啊，耶，没有争议的心啊，好，马上啊，赶紧去投个票，投完票了之后呢，大家呢再进行一个呢自己的判断，一眼老不对，一眼新假的啊。好，我们的投票结论是，投票的我们的投票结果是，不是结论，五十帧四验，我的天，太支持你了，你现在已经拉到这个粉丝了啊，你现在已经呢有这个真品的背书能力了，呵呵，好，到底是真是验呢？经我鉴定，这是一件现代仿品，呵呵，这是一件现代新仿金元山西窑罐的一件现代新仿，而且呢就是山西地区仿制的。此类仿品呢除了山西这边呢包括河北这边也仿啊，那虽然呢它的风格呢可以说呢和这个西夏05这边的风格，也就是西夏窑的这种风格呢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西夏这边呢大概分三期啊，那么早期呢
它的工艺呢不是特别精湛，二期呢工艺呢是比较精湛的，三期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呢进入没落期啊，也就是西夏这个繁荣的这个时间呢啊，当然呢时间也比较长了，但是那么后来这个可以说这个成吉思汗把它灭了，灭了之后呢，后世它的窑器的这种风格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其他的这个窑口，但是呢西夏这边的黑釉瓷呢往往呢它的刻工呢是比较爽利，大刀阔斧，线条呢是非常有力度的，而且呢不拘于细节，并且呢它的胎呢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油面胎的那种胎，釉的质地呢比这个山西窑口呢普遍坚实度高，而且呢表面呢是有层金属的光泽的。那并且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像这个回民巷啊、塔儿湾，那么这些窑口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标本，很多标本呢如果是二期的那质量呢是上上乘的，但是呢山西窑口的普遍的黑釉的这种刻花工艺线条呢都比较柔媚，而且呢线条呢比较圆融，刻制出来的视觉美感呢它是一种秀美的状态，它和这个灵武窑，以灵武窑为中心的啊西夏黑釉瓷呢它的风格上面呢是有显著的不同的，那一个早一点，一个呢普遍的偏晚一些，我们行业里边呢说这类把它的年份呢定格为金代啊，但是呢更多的时间呢烧造的这个窑器的这类风格的这个时间呢不是这个金代，那么更多呢是元代烧制，也就是我们把很多元代山西窑口的黑釉瓷作品呢普遍呢说到是金代，那么包括呢以前呢比如说呢黑釉实则呢更多呢是元代烧制，那么这件呢是个新的啊。我刚才为什么要看里边看底足呢？这类呢有一部分呢是老的这个一只罐子，然后呢后期呢再加工，那么也就是在老的罐子上面呢在这个重新拿这个现在的电动工具然后的刻工，刻完了工了之后入窑再去烧，但是呢这件呢它的釉本身呢就有问题了，不是说入窑烧完了之后呢它能把这个釉呢烧制的变化太这个差异太大，那么这件呢它的釉啊给大家推上来，首先釉烧完了是单一的颜色，就毫无釉色变化哦，黑的颜色呢是死黑的，釉呢是没有任何的通透感的啊，之前给大家呢也拍过类同的作品，我灯光一照五色斑斓啊，虽然呢是黑色、棕色、黄色、酱色，但是它的颜色呢成色呢是五色斑斓的，这个灯光打上去了之后呢黑釉完全没有通透感，是一种浑浊粘稠包裹的状态，那么釉的表面光感呢是一种油腻雅木的光感，而且呢所有的釉光的这个光泽呢都是一致的，你看刚才呢极重要的那个展，它的这个釉光呢虽然呢已经有点哑光了，但是呢该亮的地方亮，该哑的地方哑啊，该腐蚀的地方腐蚀，那么没被腐蚀的表面呢还是一种玉质光泽，这个呢完全是一致的光泽，所有有釉的部分呢光泽是一致的，并且呢它上面的刻工刀法，这个刀工呢不利落，线条呢不顺畅，如果是当时刻制的话，那么锥刻线条呢，因为上完釉了之后呢马上要锥刻，那么肯定是要这个在釉呢没有这个干透的情况下呢就已经要刻它了，所以呢线条呢锥刻的线很深峻，有硬刀软泥的感觉，刀一定是硬的，那么泥呢是软的情况下刻制出来的线条呢更加的犀利，那么有力度，那么呈现出的这个线条呢更加的圆转，而这样的线条大家可以看到波波折折的断断续续的啊，那么呈现出的这个刀工轴线的线条没有顺畅感，而且你看这种我为什么看这个罐子上面的这个工呢是不是呢有后天的工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呢直的短线，直的短线啊，这个直的短线呢刀刀衔接形成的感觉，那么这种呢往往现在新做的后工呢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但是呢，这个罐子本身就有问题，不是说这个是后宫的问题。那么锥刻线条呢不连贯，铲件的刀痕呢，那么没有这个犀利感，而且呢，它的花头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层叠关系没有体现出来，枝干呢很生硬的没有穿插感，那么叶片的这种卷曲呢也显得不自然，尤其是横向弦纹线，这个横向弦纹线呢，基本上在刻制的时候呢是一气呵成，而且呢，它的刻制呢就基本上和画弦纹线一样，也就是器物在转，刀不转，刀不动，那刻制出来的那种线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线呢波波折折，所以这个线也有问题。那么内膛和这个底足呢，好像感觉还不错，但是呢，胎的颗粒，这种颗粒呢棱起，里边呢呈现出的颗粒呢都是锐角的，没有融度，胎表呢也不是那种干爽的感觉，胎釉交接呢也交接的不分明。拿在手上的时候呢，这个罐子分量太沉了，这个罐子的造型也有问题。像这种罐子，如果是这样的小口的话，这个肩部一定呢是要往外呢张一点，再往下走，这个线条呢直接下来。有一类呢上下呢像橄榄形的这种罐形，但是如果是那样的罐形的话，外壁的这个器物造型呢，它要有手工韵味，这个很光滑，但是呢很溜肩的一种线条。那么胎表上面呢也没有这个自然的这个老化的这种状态，尤其呢现在新款黑釉瓷器啊。那现在黑釉瓷器呢仿制，比如说像这个河北磁州啊，磁州这边呢有高手仿这个黑釉的油滴、黑釉的这个铁锈斑纹的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兔毫纹的，那么仿的极可乱真了。那黑釉铁锈花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山西这边呢有些仿品呢已经仿到呢，大家呢就是很多行业内的专家自己呢专收山西窑口的黑釉瓷，都手上有很多假的啊，这个是比较可怕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他可能说认准一个鉴定的技巧，比如说弓啊，比如说修足，比如说内行，他不是全方位看，一旦呢这方面呢仿的水平呢够他的这个要求的尺度标准的时候，他可能就收集些仿的。西夏这边呢也有高仿的啊，当然我的很多朋友呢也上过当啊，而且呢现在西夏那边呢做那种扁壶，上面呢带这个几个西夏文字的那种，那剔刻工艺做的真的非常的棒，甚至呢他整的卖不出去啊，因为呢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太珍贵了，那么他把它砸碎了之后呢卖瓷片啊，所以呢这件呢是一件呢现代新仿山西窑口啊。当然这个山西窑口的风格呢是山西北部窑口，也就是大同窑和红叶窑的这种窑口特征风格，那么也就是按照山西北部窑口仿制的一件黑釉呢剔刻缠枝花叶纹罐的一件现代的新仿啊。那这件是一件仿品了啊，两件真的啊。这件呢因为北方窑口和这个南方窑口呢有些时候评断起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标准不太一样，也有这个现象，玩北方窑口的朋友然后呢涉及一点南方窑口，他不是特别在行，南方窑口呢收藏成功率呢就比较低，有很多南方这边呢他对南方窑口呢比较这个在行，比如说呢青白釉的包括龙泉的，那么他手上呢个别的几件呢钧窑的包括呢黑釉瓷，那么北方的黑釉瓷那么可能就不太好，因为老窑瓷器收藏呢它的地域性非常强，那你坐在北京你哪怕一次都不去景德镇，有些呢都已经变成高手了，就是鉴别景德镇窑口呢就已经是非常高的高手了，没去过景德镇，我见过好多，但是人家看东西就看得准，因为呢你各大拍场上呢你新的也能看到老的也能看到，但是老窑瓷器呢它有地域性的，如果你真的不去一线看呢当地的仿品，你要按照之前的理解的那种标准然后来判断的话，现在很多仿品你都认为是真的啊。好，那这件呢是一件仿品了啊，还有吗？这是最后一件了。好，那好嘞，那也非常恭喜你了啊。感谢崔老师。对，感谢您教授知识。你看这三件呢，其实涉及的内容挺多的啊。如果要给大家讲的话，真的有真的很多这个鉴别的技巧，那仿的有仿的这个弱点。其实呢，有些时候呢。
现在年轻的朋友呢喜欢这个，等会啊，现在年轻的朋友呢喜欢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古代艺术品，我觉得是特别可喜的。正因为如此，越是年轻的朋友呢，越要呢频繁的沟通交流，啊，互换意见，不要呢闭门造车啊。这个收藏呢，真的切记闭门造车啊。好，感谢啊，万分感谢。好，我把这个好。那两件已经成功了啊！好嘞，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啊，因为呢，头一位朋友呢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前途无量啊。两件呢都是真的，而且呢选择的尺度呢，至少呢眼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是呢判断能力呢已经呢是，非常这个有眼光、有见识、有判断力的这个行家的这个鉴定的这个水平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审美上面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将来的我们的艺术品板块呢，绝对是有希望的啊。因为我现在知道太多的年轻人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呢，就已经变成资深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了啊。有些呢，甚至呢二十多岁呢，已经是资深的藏家了啊，不得了。那么不像我们以前一样，以前呢，整个行业呢不是透明的啊，它是呢我玩我的，你玩你的啊。我的技巧不跟你说，我的这个诀窍我也不跟你说啊，互不沟通，互不交流，你上你的当，我捡我的漏，都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呢，现在网络时代，大家呢都是一种互动的状态，互通有无啊，交流意见。那么现在新仿在市场上呢也藏不住啊，那么真品呢是什么样，有很多途径能看到真品，而且呢书籍啊，这个信息啊，这些呢那海量的啊，所以呢现在年轻人学起来呢比以前呢我们要快得多。以前呢我学三年学到的东西不及人家现在呢学两个月的年轻人啊，我学十年不及人家玩一年啊。虽然呢我玩时间比较长了，但是人家要用心，那挖空心思去钻研，然后呢集中一两年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可能就超过我了啊。这个毋庸置疑，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所以将来我们的艺术品板块绝对是特别有希望的啊！有请下一位藏友。哎呦，老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来，您坐，您坐，坐啊。不好意思，我戴个口罩。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对，我们戴不戴口罩是自愿啊。我把这个麦给您戴上啊。好，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亲自啊。好，先生，您贵姓？姓冯，原贵姓冯。哦，姓冯。嗯，老冯先生。好，冯先生，就是您收藏应该很资深了吧？哎呀，也不是资深，说是玩了一段时间，但是就是，一直没有钻进去。哦。真正说学到很多东西，还是从你这个抖音，我开始学抖音以后跟你学的。好，那你就如果说没买特别多的这个藏品的话，及时和我沟通沟通是有好处的啊。那冯先生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朋友呢是退休了之后呢第二爱好啊，也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呢淘淘宝，然后呢玩玩这个啊，就是哪怕呢弄个核桃，弄个文玩，然后爬一爬啊，喜欢陶瓷的买点这个小件儿，然后呢娱乐娱乐这个晚年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呢一定呢要这个多学多看少买啊，而且呢买东西呢一定呢是自己多余的钱，那么富余的多余的钱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呢，买一点这个古玩玩一玩，那么古玩呢叫做账物，也就是多余的东西，真是没用。但是呢你花钱呢也要花多余的钱去买玩账物啊，所以尤其岁数比较大了，那么岁数大的据统计啊，就是六十岁以上的啊朋友，然后呢要这个投资某事的话，它的风险呢要比四五十岁的风险呢要翻若干倍啊，因为呢你没有这个挽回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有些时候投下去了之后呢，这个呢是不建议呢大投资的啊，就是小玩怡情啊，这是没问题的。我就看看您的藏品了啊，冯先生。好好 好， 好，看看怎么样。好，先老师指教指教。好，哎呦，这是最大的一个。哎，
啊，好，这件呢是一件呢硕大的一个兽耳衔环狮纽的盖瓶啊。那么它的整个人物的这个风格呢是啊康雍时期的这种人物风格。因为呢毕竟呢粉彩瓷它的这个创烧时间呢是在康熙晚期创烧的。那么像这类呢大型的粉彩瓷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基本上呢是以雍正开始为主啊，然后呢往后历朝历代呢有制作。那这件呢我看一下它的底啊，看一下底，看看这底，来接上来啊，你看底，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列楷书款制啊，底呢是按照这个康熙时期本年的款的写法，甚至呢是按照康熙时期呢本年官窑的款的写法然后来这个书写的啊。看看它的底部的胎修足啊，看看这器身上的这个画面啊，盖子呢狮纽啊，这个狮纽也给大家看看，对，这狮纽，对，这狮纽盖子里边盖上去啊，大家也投个票吧啊。冯先生，就是我们呢当然征件活动呢我们是分文不取啊，对，您也知道了，就是我来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呢是管工作餐，管茶水，管水果啊，我们是不收一文钱的。也就是正常的话按照以前的收费标准啊，就是线下见面鉴定，收费标准呢是3000块钱一件啊。当然呢上手呢现在不见面鉴定呢，我抽时间上手鉴定呢是1500。那么就相当于是咱俩见面鉴定了，您带着东西来了啊，然后呢我就得把这个事儿呢给您说清楚，是吧？对。当然每个人来了之后呢都是怀着这个非常忐忑的这个心情来的，也希望呢自己藏品好，但是呢如果藏品呢一旦不好的话，那么自己呢也要知道将来再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哪些东西，是吧？对啊，冯先生啊，没问题。那大家呢投了票了是吧？投了票啊，还没完呢。投票的结果是4针56眼。4针56眼，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呢开播在抖音上啊，开始拍卖，开始直播讲解公开课。公开课的概念呢就是大家呢在那儿听，我在那儿讲，然后呢是面向呢广大的爱好者的啊，也没有这个任何收费。所以呢大家呢在这个将近2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关注我们直播间，我相信呢大家呢也有基本的一个认知了啊，就是什么是偏向于对的，什么是偏向于不对的。那这件呢绝大部分的朋友呢认为呢是仿品啊，我首先给您说一下，嗯，就是一个基础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故宫博物院里边呢可以认定是康熙的粉彩，小盘子，小水鱼啊，那么尺寸都比较小。大个儿的粉彩，就是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钟馗啊，那个这个正库的那个钟馗啊，然后把它呢划归到这个粉彩的这个板块里，那么那个尺寸呢也不是特别的大。那康熙晚期创烧粉彩的原因是因为呢珐琅彩呢在这个康熙时期呢在宫廷里边呢得以成功烧成。那么因为景德镇这边呢要想追求呢清宫造办处啊珐琅桌那么制作珐琅彩的这样的艺术效果，也想给它普及化嘛，所以呢在这个康熙晚期在景德镇呢得以烧成粉彩。当然这个康熙晚期创烧粉彩的这个时间大家呢也尚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能见到能认定为康熙粉彩的东西呢凤毛麟角，一般都是小件。故宫博物院里边按理说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应该如果在当时呢有一定量的这个康熙本年的官窑粉彩的烧造，那么现在遗留下来的数量呢应该是有一些的，但是呢
没有多少，故宫里边也没多少。那么这件呢，底部写了大清康熙年制的六字青花楷书款制，但是呢这个款的这个书写，那么它的这个状态呢和这个康熙本年官窑康熙本年款的写法基本上一致的。而且呢比如说像上面呢绘画的这个庭院侍女音戏，它的脸呢开的这个比较宽，而且呢是鸭蛋脸大发髻，那身上的衣裙褶皱这些都是按照康熙的这种画风然后来就绘制的。但是呢它的很多区域呢，来推上来，很多区域像这些绿色粉色啊，包括呢花头上面的这些部分呢，全部是用玻璃白打底子的，那么证明呢这个就是标准的粉彩瓷了，这不是五彩瓷了。但是从整体的状态上看，您可能认为它是康熙的是吧？嗯，没有，我认为是同治以后。同治的是吧？嗯，因为同治看过类似这样的图录，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先给大家先讲这个款啊。清末民国的。对，首先呢，这个款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款的时候呢，我说有几个指标啊，起笔藏锋，行笔顿挫，落笔回锋，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指标。但是呢落笔像这种笔锋都是挑出去的，像针尖像麦芒像刀锋刀尖一样呢那么刺出去的，像这种的笔法的这个书写既不是康熙真品的特征，也和呢晚清时期呢反康熙呢不同，而且呢折笔的这个现象呢笔锋转折呢还是显得呢不足，那么字的间架结构书写的中气不聚，而且在行笔的过程中呢笔画是一笔一笔呢非常的迟缓甚至呢很犹豫的这个书写上去的，这书法功底呢就比较弱了。那么青花的颜色呢更无层次，甚至呢在这个局部您可以看到它这个漆料里边呢全都是颗粒啊，漆料呢未被融开，有些地方的漆料呢是晕散的，但是有些地方的这个漆料呢是质地很粗的，所以款呢既不是康熙款也不是晚清民国，尤其呢您说的同光时期的这种款的书写，底部胎呢很腻，胎表呢是一种油腻状态，它不是那种干爽的坚实的状态，修足刀痕呢也不够利落，而且呢釉色呢是白中闪青，但是呢是一种青灰的感觉。那么我在晃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光泽，这样光泽呢是很油腻的，那么既表面光泽油腻，又显得呢釉层呢很板，这也和康熙和晚清民国呢有区分。还有一点呢，比如说像这个漆身上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那么线条在脸庞上的线条没有粗细变化，那么眼睛呢框线呢框的基本上呢是两线框死啊，点睛呢也点得比较亮啊，看到侍女的面部呢千人一面啊，面部神情也没变化，那么画法上面呢用线呢也毫无变化，像这样的这种身上的这种焦黄呈现出呢有点像雄黄一样的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呢不是当时啊这个康熙的色料，也不是呢晚清民国时期的色料，这种色料的这个感觉呢很现代，而且呢手的这种手的结构变形的很臃肿，肩部呢也没有那种溜肩的感觉，肩肘啊，包括呢膝关节这些呢在一纹褶皱下呢毫无结构，所以呢这样的绘画有问题，山石呢你看山石的这种孔洞啊层叠立体关系也差，那么包括呢像这样的树干上面的这种皴，这种笔法千篇一律是吧，都是一样的这种方向，那么桃花上面的这种粉色包括呢上面的蓝色上面的黄色配合在一起呢，它的颜色呢是显得什么呢非常的俗艳，也就是看上去呢它是一种呢艳丽但是呢没有任何雅致感的一种状态。那么金头哥，我们现在的新仿的这个彩瓷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一点的什么呢，就是我说这个呢没有皇家气，也就是没有这个雍乾时期的那种官窑的这种气息，反倒呢是显得非常的艳俗的。我们都知道当代艺术呢是批判艳俗的，为什么呢，就是无论你各个方面呢充斥着一种艳俗的一种状态，那么它的颜色配色这种颜色配色呢艳，但是呢它脱不了俗，
俗艳和艳俗。当然俗艳呢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艳俗呢是整体的一种韵味啊，也就是一种气息。那么这个上面的这种颜色配色呢肯定就有些问题了。而且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狮子头，狮子头头部结构、眼睛、上下颌这些结构呢都没有这个严谨的结构骨架。那么上面呢肉底下呢是骨架，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很怪诞的啊，鼻子很臃肿，眼窝呢很深，嘴巴呢也没有这个上下颌的这种关系啊。那么再有就像这个上面的勾线线条勾勒，笔法呢都是呢拖着笔锋走的。那么这种绘画呢它和这个同光时期呢也不同。再看一下就是内堂啊，这种呢瓷烧制的比较硬，它内堂的这个劈痕啊，也就是我往里边照啊，因为我事前我都没看过这个瓶子里边啊，这先生拿过来之后呢，这是我和大家一块看劈痕，就是这样的劈痕啊。因为这种大瓶的仿品在各地海选的时候呢见过是大量的，没有力度也没有这个层结关系，很生硬的这种修制。那器物造型呢像这个狮子钮啊，这个狮子钮放在这儿的时候，这个狮子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嘴巴身体的这个蹲坐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没有结构啊。冯先生，对这件呢其实呢大家呢刚才已经给您结论了啊。那么这件呢类同的仿品其实呢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也就是从80年代90年代景德镇这边就有大量的仿制了。您这个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收的，是不是收藏也有一些年头了，20多年。你看对我猜中了。因为这类仿品呢我在这个之前的各地海选的时候呢见过大量的啊。是因为呢大家呢以前呢对这个各个时期的这个窑器作品真品呢见得相对较少。还有一点呢您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很多呢来我这儿找我来鉴定的啊朋友呢就说，崔老师哪家拍卖公司有一个同款，人家拍了多少钱，您可能也翻过图录是吧，图录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和这个风格呢非常接近的，同质的器型跟这一样，你看。所以就是说同质呢有和这个器型大体相同的。那当然现在呢有很多的时候那大家呢对这个拍卖整个行业呢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真正的古董艺术品这个板块里边良性的公司占总类公司量里边呢不是危言耸听，30家里边也没有一家是正规的啊，就不是10:1的比例，甚至呢有30家里边呢一家正规公司。为什么我们整个行业里边呢正规的拍卖公司啊聚集呢主要是聚集在北上广，那么包括呢像这个杭州啊，那么这些大城市，而且呢大家呢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出有多少家正规公司。除了这些正规公司之外，其他的不正规的公司呢真的是海量的。那之前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上海一次行动就呢这个打掉300多家啊不正规的这个公司，当然是主要的是不正规的拍卖公司和不正规的鉴定公司。那么他们拍出去的东西大量的，那么这些可能我们对这个整个行业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认为他的公司所有东西都是真的，那么拍完了之后呢他又给你做了个记录，做了个成交价。为什么要做呢？是因为他的宣传出去了之后，很多人呢慕名去送拍，他就能赚到这个委托人的钱啊。如果呢他的图录根本就没有成交啊，您获取的这个信息呢都是这个溜标的，谁给您送啊？而且呢他们往往呢是一件呢特别普通的仿品，特别假的这样的藏品呢，他给你做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天价，大家呢都说哎呦这件和我那件一模一样，那人家那儿拍了500万，我送过去我是不是也能拍500万，甚至呢是不是能拍得更高。
正因为如此呢，就是很多这个拍卖行不正规的拍卖行的一些成交记录是不能作为参考的。那么至少呢，你知道行业内谁是行业内的核心的一些玩家藏家，你问问他拍卖行业里哪家公司呢是正规的拍卖公司啊。那么正规的拍卖公司在北京能有多少家？多也就是20几家吧，啊，就是艺术品板块啊。那其他的当然也有这个小型的，也是拍的相对会好一点，但是呢大家呢耳熟能详的，在行业里呢是受认可的这个拍卖公司在北京也就20-30家吧，能有那么多吗？在上海可能更少啊，是不是？在广州其他的这个城市呢也会有几家，但是呢比较北京来说呢更少。国际上能有多少啊？啊，这就是一个现状啊。所以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呢，我可能说话呢稍微有点有点呢太直接了，但这个不是说我说话直接，它现在的现状就是这样的现状。有很多公司呢说，有人问我曹老师，这家公司是不是正规公司？我只能告诉你哪家公司是正规公司，我不能告诉你这家呢是正规公司还是不正规公司。我告诉你正规公司，你去正规公司去送拍啊，那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问我这家公司是不是正规的，我得先做调研，我才能知道这家公司呢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那这样的公司呢几百上千家啊，就是全中国呢几百上千家不在话下吧。那没有1000家注册的，肯定超过1000家啊。那正在营业的相当于几百家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就是至少就是我们收藏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的藏品呢得要这个多沟通沟通啊，就是冯先生来我这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儿啊。那来我这儿呢至少看完了这件东西呢不对，然后呢对接下来呢这类东西呢不要花钱再买了啊，你先家里边摆一个，哎，挺好玩就行了。非常感谢。对，好，下见啊。不至于啊，就是因为呢冯先生呢收藏呢已经不是收藏1年半年了，那个都买了20多年了，就是拿出来呢就看看这东西呢到底还是对还是不对，是吧？对，以前没有研究，反正是啊，对啊，嗯，哦，那大家再看看这件啊，你看这位钱岩先生呢说的特别的这个对啊。其实呢我不说，来镜头给我，我不说，你看这个钱岩先生说上海4-5家，北京20多家，杭州呢广州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大城市呢各有几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嗯，当然我们说的是艺术品板块啊，没说这个其他板块啊，别到时候又给我传出去了之后呢说说这个其他板块啊。那这件呢给大家先看看这个底啊，大清乾隆年制啊，6字青花楷书款制，底部呢是方底啊，而且呢它有交接线的这个火石红，包括呢底部呢还有一些这个电砂釉的这种质地的，表面光感呢也是有点润泽的感觉。画面上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风呢是不是更像康熙啊，和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画风呢可能风格上面呢稍微有点差异啊。不是说这个乾隆不仿康熙，也仿康熙，有些呢仿康熙仿的这个和康熙呢真的非常的接近，但是呢这类风格包括呢上面的博古青云间啊，就是养父如意云头，再画这个杂宝啊，再看看内堂投票啊，那里边呢这个接头泥转角的抹泥里边呢有一些脏旧啊，有点这个
灰尘。所以我们先看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啊，然后呢再给您说一下您这件到底怎么样。你看有人说老，有人说仿品，还有人说呢晚清还是民国仿品。来见到各位吧，何先生，您认为它是本年还是后仿？我认为是清代的。哦，清代的是吧？嗯，清代就是，也不能太确定是不是本年，是吧？但是我看那个，内堂那个自然章丘，还有那个底下火色红，对，还有胎那个胎体都有，那个胎都还可以吧？还是对胎的这种坚实度还是不错的。对，而且呢，拿在手上的时候分量是超沉啊。对。好，我们的投票结果是3:59。3:59。冯先生，又是不行。对，那我也得宣布一下啊，我的鉴定结论是59件是对的，就是的确是一件仿品哦。为什么呢？就是器物造型呢，它是一个方的这种软棒槌的器物造型，我们平常呢叫做方瓶了。那上面这个画面呢，它的风格呢本身呢是按照康熙风格然后来绘制的。那么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呢，仿康熙的风格落有乾隆款的这种情况呢也比较多啊，也不是没有。那几点啊，就是我给您说您认为是真品的这几点啊。那么首先呢，这上面呢有这种电砂痕啊，有这种电砂痕，但是呢一般呢，哪怕说是乾隆或者是康熙或者是呢晚清民国时期，哪怕是真品啊，那么这种底部的电砂呢垫的比较密集的，也不会说这么密集。这个上面的呈现出的这种电痕呢，又细又碎又密集又一致啊，这是有问题的，就是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再有呢，就是它的火石红呢有个特点，火石红从这个角度来往这儿对。往下边对这儿吧，啊，对这儿啊，好，它火石红呢有个特点，那么如果是真品的话，像这样的这种火石红呢，它的这个颜色呢不应该太清淡附在这个胎表，这是很薄的一层，而且呢，你感觉呢这个火石红的这个胎釉交接，从浓至淡的过渡，尤其是呢往淡了走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像烟一样，啊，这是有问题，它不扎实。不是胎骨里边的自然往外渗透的感觉，而且呢，我要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胎釉交接线，你不要单看火石红，你要看釉这一边，釉像不像一层呢薄薄的清漆刷在胎上的感觉？如果釉这一边呢没有这釉层的累积，也没有肥润感啊堆垛感，只是呢像薄薄的一层清漆刷在胎表。扒在胎表的感觉，那么这种往往是现代仿品，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那么有这种感觉的，你要特别小心了，特别薄的一层，敷在胎表，啊，这个外边这个地方也一样啊，好了，外边就是薄薄的一层敷在胎表，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的火石红，你往前推，对。对焦吧，那颜色呢是不飘的，这个转角处呢烧金磨损，也就是稍微有一点自然磨损，或者是后期呢啊做旧啊或者打磨啊，那么这个火石红呢就掉一层，你看这个棱线上面的火石红呢基本上是掉一层，包括这个地方也能看到，那么因为呢新仿的火石红呢它特别薄，烧窑时间比较短，那么烧金磨损呢，火石红呢就被磨掉一层，这种情况呢你要特别的小心了。你看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点小磨损，火石红就没了，那么证明呢火石红呢它没有一定的这个厚度，也没有这个胎骨自然渗出的这个层次，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往往是现代仿品特征。还有一点呢，就是胎质质地呢它是很僵的啊，也就是看上去呢这个胎呢它没有那种颗粒的感觉，颗粒和颗粒之间呢是集合的非常的紧密的，也就是没有大小颗粒，
的层次，尤其是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那很僵硬，完全没有颗粒的状态，哪怕是康熙的糯米胎它都不是这样的状态哦。所以这种呢胎磁化程度太高，那器身上的画面呢就问题更大了。像这种树干上面的这种树节啊，这个完全没有自然的生长的规律。那么我之前呢说一个树节拧一下，一个树节呢那长出来之后呢，因为呢它的树干呢要往这个旁边的这个方向长，那么这些根本没有自然规律，横向的这个皴线千篇一律，上面这个桃花花瓣有这个包合感吗？全都是瘫软的，一层一层落在这儿了，这基本上呢就像纸做的花一样啊，没有那个花瓣的自然的生长的生气，叶片的阴阳相背都比较差，枝干的这种自然的这个生长，它是非常概念化的这种画法。你看浅色的叶片和深色的叶片，中心的这个叶脉，那么包括呢小的细节叶脉，那么有绘画章法吗？都非常的潦草，就是没有意图的这个绘制，尤其是这边这个竹叶啊，你说这个像竹子又不像竹子，像草又不像草啊，这是现在仿品呢画得很弱的。那么这边呢看到的这个状态山石，尤其是这个山石这样的这个用笔，有线条的这个粗细变化有一点点，但是呢没有线条的穿插，就相当于是三片纸片插在这儿了。那么这个点皴更无聚散关系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玉兰，这个呢是玉兰花，玉兰花的花瓣呢肯定是变形了，那么它就没有把这个玉兰花应有的花瓣的结构形态和这个它的结构这个结构状态呢表现出来啊。那么这个梅花你说它像梅花吗？它也不像梅花啊，但是呢它表现的是梅花。上面的这个颈部的杂宝纹，杂宝纹呢无论是方胜啊，这个呢是画卷瓶里边呢插的这个孔雀羽啊，以及呢三足炉，那么这些构图上呢是散乱的，那么绘画呢瓶子不像瓶子，然后座子不像座子，帛带呢也像面条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画法呢就画的比较差了，几面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要记住啊，看这种方瓶稍微切过来啊，看着方瓶这些线，这些线你恨不得拿一个尺子往这儿一比，这个线呢笔直笔直的，这个线呢很机械，就是没有想法，肩部呢直接溜下来之后呢直接是一个笔直的线，这个造型上面就没有这个修边幅的感觉。那么右呢老远看右呢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这是一个诀窍啊，以后再看青花瓷器的时候，那么不要先拿起来就特别近的距离看，老远先看一看地釉是不是脏的啊，这个地釉的这个青灰它是不是闷的，它的这个青灰的颜色透彻不透彻？绝对不透彻。而且呢地釉呢是白中闪青，青中闪灰，灰中偏脏啊，地釉是不是脏的？地釉呢有通透感吗？没有。再看青花的部分，青花的颜色呢也是雾蒙蒙灰蒙蒙的，也没有明艳感，所以呢老远一看呢它的青花的颜色呢不纯净，地釉的颜色呢又偏脏，而且呢视觉效果呢又没有反衬的感觉，那么又不是那么非常的通透啊爽朗明快的一种状态，那么那个大概率它就不是立体上的，哪怕是一个光绪的，那么北京话呢叫很透亮啊。什么叫很透亮？就很明快，很透亮的概念呢，这透字很重要，就是你感觉能看穿啊，或者呢它有点半透明的感觉，有点这个视觉上的穿透感，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透亮的感觉，就是灰蒙蒙的。我平常呢在鉴定的时候呢我说釉色晦暗，晦呢就是抬不起头来，那显得呢精神没有状态啊，那显得呢懒洋洋死气沉沉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远处如果你看
这个青花瓷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的话，大概率是有问题的，哦，所以这件呢还是不对了啊。黄先生，再看下一件吧，分量沉不沉？这个比较起一般的要沉一倍了。学习不少东西啊。哦，好嘞。这件呢是一个四足的方熏啊，当然这个盖子呢它这儿有一个棱线，也就是这个位置有个棱线，原本呢这个熏呢也就是炉啊，它应该呢是旁边有耳的，有个朝贯耳的，对吧？有个朝贯耳的。看现在修过，对，现在呢它朝贯耳没有，但是呢这个位置它原本呢是要做朝贯耳的，就是这个位置，啊，那么它原本盖呢是这么盖的，这个位置让出了朝贯耳，啊，对，看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小肉兽，啊。投票，呵呵，冯先生就拿了三件是吧？十件呢？哇，天，好，那我们速度加快一点啊！好嘞，看内堂，内堂的转折、棱线关系，包括呢这个底足这个位置的开孔，啊，开孔。胎的质地，啊，看看这个小瑞兽，青花釉里红的，满是漩涡啊，缠枝花叶和这个朵花纹，好吧，来。大家投票的结果是七针四十八页。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呢，至少呢，眼力先放一边啊，特别有爱心啊，真的是一件仿品。我相信呢，就是它这个地方我看掉了，对，它修的磨了，它就磨了，但是呢，这个夹完是不是磨的啊？那么东西呢是新的，是的。它的这个风格呢，这嘉万时期呢有这样的风格，尤其是万历时期呢有这种炉形啊。对。但是呢，像这个小兽，它像狗不像狗，像这个狮子不像狮子，所以呢，这个本身呢就太怪诞了，切上了吧。尤其是呢，这个狮子这个小尾巴啊，这个瑞兽的小尾巴这么一个小沟弯啊，这么薄。而且呢，腿上的这种结构，前腿啊，这么纤细的这个小前腿，所以呢，这个结构呢，就完全呢，没有历史上这个制作窑器作品，哪怕呢，就是一个器皿类，它都要有一个结构的一个讲法。那么像这种圆雕的这个局部，像耳啊、钮啊、瘤啊，包括呢足啊这些地方呢，应该是做的这个结构呢很扎实的，这个呢就显得有点卡通了啊。这个有点怪诞了啊。那么再有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青花釉里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特点啊，青花釉里红的这个釉里红这个部分啊，你看青花颜色呢好像还是比较蓝的，但是釉里红的这个部分呢，颜色里边呢都是颗粒状态的杂色，釉里红里边含的这个杂色颗粒色点呢是密密麻麻的分布的，红的地方呢特别艳红，而灰的地方呢特别的脏灰，那么这种如果是脱节的状态，那这个是现在的仿品的特征了。无论是不是呢明朝的啊，还是呢清朝的，如果是釉下铜红的，包括呢铜红釉的，如果出现呢艳丽的地方呢太艳丽，你看飘艳，灰的地方呢又是脏的啊，有些地方呢是闷的，有些地方呢又感觉呢好像呢突然间呢炸开一块，那么像那个红布一样的感觉，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现代仿品啊。元代呢有这种颜色变化的这种丰富的感觉，但是呢也不至于鲜艳的地方这么鲜艳，脏的地方这么脏，绿色的胎点这么浓绿，呈现出黑裂的感觉，也就是黑绿黑绿的。你看
绿色的胎点也是，黑绿的地方呢特别黑绿，那么艳丽的地方呢特别艳丽，所以呢这种成色呢是脱节的感觉。那么这种呢无论是明清还是元代都是现代仿品。还有个基础常识啊，我给您大概说一下。在万历时期啊，就是明朝嘉靖时期呢，嘉靖皇帝呢还能享用一点这个釉里红瓷器，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嘉靖的釉里红呢在故宫博物院里边呢只有一只呢螭龙瓶，也就是那个瓶那个瓶子颈部呢有一条螭龙，螭龙身上呢点了一点这个釉里红。那么我的一个朋友呢手上呢有一件呢釉里红的烧制的颜色呢有点这个斑驳，也就是深的深浅的浅，也是烧制的不是那么这个云啊，颜色呢有点灰。在这个基础上呢，釉者绘制了釉上的这个防红彩补救措施，但是呢这个呢是明朝嘉靖时期。过了隆庆啊，隆庆的时间不长，六年，到万历的时候呢，万历皇帝呢享用鲜红釉瓷器，也就是历史上的永宣时期呢不是烧制鲜红釉呢特别有名吗？那么万历皇帝呢享用这个鲜红釉的瓷器下旨去烧，当时的程永年就是上奏朝廷，鲜红等相瓷米啊，就是鲜红等相瓷米从来烧无一成，也就是鲜红釉瓷器呢，程永年上奏朝廷，这类瓷器呢在万历时期呢御窑厂呢基本上呢就烧不成了，而且用瓷儿特别的绝望，从来烧无一成啊，就是压根烧不成了。所以呢这种呢又青花又釉里红，这个烧造难度呢已经非同于一般釉里红的烧造难度了。对，所以呢这个风格呢又是万历风格，这个本身呢就是有一个悖论的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上面的所有这个花纹图案呢它没有基础点啊，没有基础点。那么这个呢虽然已经的纺织水平一般了，但是后来呢它这个耳掉了，那么包括这个位置还有修复，可能您自己觉得哎呦这个修复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呢是对的，你看这个位置呢还有修复，对我就这么考虑的、啊、你看了这个位置还有修复，是有修复，对这个地方呢沿儿它的耳断了，那么这个位置还有修复，但是呢有没有修复呢东西呢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啊、看内堂啊、看这个内堂，内堂转角，转角关系是不是圆的？这种成型工艺呢，还不是泥片拼镶的，就这个转角呢太缓和了，里边这个转角呢也是缓和的，啊，你看里边转角也是缓和的。这个呢，除了这个腿从这儿接啊，从这儿接之外，器身的部分呢，成型工艺呢就是个灌浆胎工艺成型的，啊，为啥？我不用看其他地方，我看这儿就知道了，啊，这个转角，这个棱线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尖的，那个地方的尖和这个外边的尖的线条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位置的转角啊，这个位置的转角和外边尖，如果是泥片拼镶的，这一片泥片，器身一片泥片，这个地方呢是个拐角，这个就相当于是四片泥片的一个夹角的部分，一点泥的抹泥痕迹都没有，它怎么做的？啊？那这个呢是个仿品了啊，嗯，下界好，嗯，学知识了哦。这件呢是个传统品种了，这个我们叫做石榴尊啊。这件石榴尊呢，它的风格呢是清朝乾隆时期的这个乾隆风格啊，因为呢窑变釉呢创烧在这个清朝雍正时期，雍正呢当时是因为唐英呢，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了啊，是他有个幕友呢叫做吴尧甫啊，那他去到这个景德镇，那去采釉，采釉回来之后呢吴尧甫啊，那么在这个景德镇这边，那么把他的这个采回来这个釉的配方啊和这个唐英啊一块儿呢把这个仿钧釉呢得以烧成。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比如说啊，乾隆时期的窑变釉呢是一个大宗的这个单色釉品种，也可以叫做颜色釉啊，它不是一个单色，可以叫做颜色釉的一个品种。那么这种呢石榴尊呢在乾隆时期呢特别流行。那么这件呢它底部没有款啊，
看到这个底部的这个火石红，火石红的颜色成色啊，胎表的状态，刚才我说到的点啊，这就是稍许磨损的部分，稍许磨损的部分。那包括呢，漆身上的红釉的颜色，以及呢，从口沿上向下垂流，流动这个斑纹，啊，斑纹上面的火焰蓝、丁香紫，内堂里边的釉，内堂里的釉，嗯。好，这个也不劳烦大家去投票了啊。来，彭先生，这件呢风格呢是乾隆风格，嗯，但是呢这也是一件现代的新仿了，是的，对，嗯嗯，这个风格呢的确是按照乾隆风格然后来制作的，乾隆本年的官窑呢有这样的一样的这种器物造型，但是呢，嗯嗯，这个纺织水平呢也不算太高啊。那我看这个底啊，火石红的这个分布，一是艳，单薄，颜色呢偏飘，而且呢是一种呢没有规律的弥散状态，也就是火石红呢一旦在底足形成的这种像弥散开来的，我就说火石红呢最大的问题呢，这个它的颜色成色呢不能像烟像气一样啊。如果像烟像气一样，那么这个你要这个特别小心了。什么像烟像气，就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我们拿喷枪喷上去的感觉一样啊。来，镜头给我。这类火石红成色呢，胎釉交接线的部分，包括呢釉有斑纹的这个胎釉交接线的部分和釉层呢薄厚不一导致的这个火石红自然析出，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有根有源的啊。如果这个火石红呢就是这一片那一片，就有点类似于你拿一个自喷漆的这个喷漆罐呲呲呲呲喷的这样的感觉，你要小心了啊。这种呢大概率这个窑器作品是有问题的啊啊，是不是这样的状态？火石红上面呢还腻腻的，大家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釉上面呢表现出来的这个釉光像水一样腻腻的一层，这个位置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火石红上呢稍经磨损就掉一层，你说它自然的这个使用，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呢往里边转角的这个位置都已经圆了，这种是怎么做出来的？来，镜头给我。底足不是有火石红吗，它要做一点这种自然的使用痕迹，这个手拿着砂纸，砂纸是不是软的？手是不是软的？在蹭蹭蹭蹭蹭蹭蹭，你蹭的过程中呢，转角的里边也被蹭到了。磨的时候呢，是各个角度都磨。它和正常的这种使用，底下是硬的，底胎呢是硬的，它正常的这样的磨损，这样的磨损，它不是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底胎是硬的，但是你手里的砂纸是软的，然后呢手是软的，你磨的时候呢，不应该被磨损的角度也被你打磨了。啊，看到这个转角这里边这些磨损啊，这些磨损这全部是做旧的。如果按照正常的话，比如这个手机放在这个上面，手机放这个上面，你是不是在这个夹缝里，这个夹缝里边该接触的桌面的地方呢接触，不该接触的地方呢你接触不到，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啊，它是连贯型的，无论你接触底还是不接触底，你接触桌子不接触桌子，它全给你打磨了啊，这就是做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里边的这样的这种颜色，以后大家要见到这样的颜色你要小心了啊。两种，一种呢是上面的火焰蓝，对，这是蓝的，对，火焰蓝的颜色呢艳丽的太过分了，怎么回事这个呢？就是艳丽的太过分，这是有问题的。就一看呢，这个蓝色呢就硬蓝硬蓝的，而且是跳出来的。这个火焰蓝，这个呢，如果火焰蓝的颜色太漂浮太艳，艳丽的有点刺目，这是要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这里边还有一种颜色啊，有一种颜色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月白的颜色。
你看这个刚才是火焰蓝，这个是月白的颜色。嗯，如果月白的颜色呢是一种姜白的颜色，甚至呢它的月白的这种感觉呢是一种呢湿透的感觉啊，就敷在这个釉层表层的一层呢，像这个不好听的话，在海边的这个朋友呢有这种感受，岩石上面那个鸟粪一样的感觉啊，这个鸟屎月白，如果是这样的感觉你不要买了啊。嗯，器物造型啊，器物造型，那么这个呢是十六尊，颈部下来这个地方呢要一个饱满的肩，而且呢这个呢是腹部呢特别臃肿，肩部没有端肩，颈部和肩部的转折呢没有任何交代，直接溜下来的。嗯，那么如果说是真品的话，像这个呢向外翻的这个口，一般的口线不会翻这么宽，这口线呢太宽了。嗯，是上来之后呢翻一个小窄一点的沿儿。嗯，但是呢这个口呢不会呢塌下来的感觉呢，是一种呢很生硬的平板的，要么呢要有点卷的感觉，要么有一点翘的感觉，那么这个呢机械的平，哦，这也是有问题的。好，下界。其实呢我一听呢这个冯先生呢，我在这讲冯先生呢还是特别认真的听了每一点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一直收藏，一直在琢磨，自己也在研究，对，是吧？哪一点是应该对的，哪一点呢是有疑问的，或者哪一点呢应该是真品的一个特征。对对对，也没有找过老师，都是自己研究，自己，所以就说买书啊啥的，所以就是以后呢多和这个年轻人交流啊，然后呢这个书呢看不看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很多人就给我说，崔老师给我推荐几本书，我说你到什么段位了啊，我刚入门啊。好吧，我说你喜欢这个明清瓷还是高古瓷？明清瓷吧。我说您就买一本呢耿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嗯，我说别乱买别的书啊，买一本正版的啊，一本就 OK 了，你能把这本书慢慢的看一看，就系统性的知识呢已经足够你用了啊，剩下呢你有钱买点图录。图录是什么呢？这个博物馆的高清的图录，那个博物馆的高清图录，要呢特别的靠谱的这个博物馆的，别买那个小博物馆的。要么呢你买一些呢国外出版的，有些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早期啊的那些呢就是非常精彩的那些窑器作品，提高你的鉴赏能力。那么鉴定能力呢是从国内博物馆的有些呢特别好的这些出版物上面呢提高一点鉴定能力，但是呢一定要去博物馆，一定要去这个拍卖现场。那么书里的这些知识，不瞒大家说啊，老窑的那点知识，也就是那点史料，屈指可数的。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那个书也知道，这本书抄出来的和那本书抄出来的就是那点东西。那么观点不同呢，是自己掌握了一点小小资料，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呢衍生出来之后呢，进行了一个自我主观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靠谱吗？不太靠谱。那什么靠谱呢？你看正规博物馆的图录，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去博物馆看实物，第二步，上拍卖公司上手实物，那么上手呢比较正规的拍卖公司的这个实物拍品，这是第三步。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要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标本啊，标本呢是天天拿在手上，我天天可以看的，吉州窑的老的什么样，那么现在新仿的什么样，那么是南宋的什么样，后来元代的什么样，那么你都有一个相应系统的东西能让你了解或者知道真正历史上东西呢是什么样的。你看那么多书啊，这个论文讲那么一溜够，那个论文讲那么一溜够，到最后每一个观点呢都没有定论。你要写一篇论文啊，我觉得我要写一篇论文，我要看100篇论文啊，我说你看完了之后你自己就不会写了，你就不用写了啊，因为呢该想的这个
想法都有人想了，该有的这个论调也有人论述出来了。那这些呢，就是后期啊，让自己呢见识越来越广博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设计没问题的。但是一开始入门不要这个去钻深，你要扩面，长见识，多看东西，多看呢靠谱的东西，这个长见识是最重要的。所谓的长见识呢，不是你跟某个门类呢你研究有多深，是因为你该知道的东西你大概都知道了，该看过的东西你都看过了，你掌握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系统性的装到你脑子里，都是呢真真切切的真实的资料装到你脑子里了。这时候呢，你在我喜欢老姚啊，我喜欢吉州，我喜欢呢龙泉，你系统性的再往里深入再去钻。如果你没有这个面的这个宽度，你直接进去钻，你钻出来的结果大概率啊，你的这个藏品假的，你的认知和真正的实际上历史的真实情况失之千里。要么呢，你就是变成了一种呢大家呢无可救药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呢，我前几天我给我的学生说啊，我说这个人老了啊，真的呢要这个谨慎购藏啊。他说的确是，崔老师，我老了我一定去遛鸟。他就说他老了他就去遛鸟，他不收藏。我说你遛鸟你也是要心里想着遛凤凰。就是意思呢，他去遛鸟，他心里边想的这个状态呢，他也想遛这个最好的鸟啊。这个没办法，但是呢你要从一开始呢打好基础，一步一步来啊。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知识，增长的见识，和你最后呢你收藏呢要有特别深入的一个东西呢作为一个依托。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啊，这个呢你认为是南宋吉州窑是吧？对对，南宋到元吧，南宋到元啊。风格呢是南宋后期到元代的风格。嗯，因为呢器物造型呢是元代的器物造型，直井封尖啊，底下收紧。对，这种罐子呢，吉州窑这边有制作这样的罐子啊，包括呢这个景德镇窑口也有。那么像这个北方呢，像禹州啊，那么包括呢像元代的磁州窑也有这样的这种罐型啊。这个罐型呢毋庸置疑啊，就是封先生呢断的这个风格上面呢应该是断的比较准确的啊，就是南宋到元的这个风格。但是呢大家看看这件，它上面这个绘画的部分上面呢所有的窑变釉的部分呢都有层这个白色的物质，这个白色的物质您可能认为呢主要的都是窑变釉是吧？窑变釉或者是吃土了，或者就吃土了啊。对，嗯，就是吃土了之后呢就是被腐蚀的，被腐蚀的。看看底，看底，这要投个票。看看那里，好，那里，那里的釉，您看里边呢也是一层这个白化的，我们叫做腐化白斑啊。对，您说呢吃土了啊，就是一个腐化的一种状态。那里器身上的整个开片，地釉的这个开片，包括呢上面的这个窑变色的这个勾线啊，所有的花纹图案上面的这个所谓的白斑啊都比较这个一致啊。老至少呢就是冯先生呢往这一坐，是一种学习的态度，然后呢也想知道知道这个怎么看是吧。对，我相信家里边可能还有不少呢，但是呢不少。对，拿了实践过来咱们先呢看一看，先那个切磋切磋是吧。大家的投票结果是一针三十二验，一针三十二验。你看大家的这个一致性呢越来越高了啊。
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呢现代新仿南宋道源吉州窑黑釉窑变釉绘制缠枝花卉莲池鸳鸯啊的一件呢新仿的罐子。那么这个画面图案包括呢这个绘画风格以及器物造型呢，的确呢是南宋到元代的啊。其实呢它的目的呢，我觉得它是想仿元的啊，因为呢它的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它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满池蛟的这个图案，就是莲池鸳鸯这个画面。但是，来，现在，冯先生，您感觉不感觉这么大一个窑器作品，它的整个开片呢都是里外完全一致的，是不是？开片大小都是完全一致的。是。然后呢，上面的这个窑变釉的这个腐化的白斑，包括里边呢也有一些腐化白斑，也是一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异，啊，对，戴着眼镜看一看，是不是全都一致的？是。那我们鉴定的，陶瓷也好，鉴定其他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东西也好，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一点，我说哪怕一个小铜钱，这是一个宋代的小铜钱，拿在手上的时候，正面的锈和反面的锈往往呢有点区分。那么当然有些呢，比如说像罐子里边呢，盛装到今天的正面锈和反面锈呢，好像差异不是特别大，但是那么至少具备两个字，丰富。上面的锈的颜色呢，肯定是红斑绿锈，颜色一层一层的颜色特别丰富的，这么小个铜钱都是丰富的。那么这么大个罐子从那时候到今天，那么它上面的腐化呢都是一致的，这个呢是现在人为做旧才能做成这样，老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这种状态。你看，看到这个肩部，哎，看到这肩部，肩部上面的这个开片，啊，腹部的开片，啊，腹部开片，器身上的开片，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分。而且呢，这样的开片呢，我说不够深入肌理，它有一点类似于像什么蜘蛛网一样，就是细细的敷在这个釉层上面的蜘蛛网一样。那么这种呢是吉州窑的窑器作品上面呢不具备的一种特征。真品呢都是呢有角度深入肌理的开片，薄薄的，而且呢是非常纤细的，一样颜色的，像这个蜘蛛丝一样附着在釉表的，无论是盘碗杯碟还有这样的罐子，那么这样的窑器作品往往呢是现在的新仿。那么黑釉的通透度完全没有，那灯光打上去了，照完了之后，黑釉里边的颜色你能看到吗？完全看不到，是不是？黑呢就是死黑的，黑的颜色呢就是一种单一颜色，黑釉呢是不同的棕色或者其他的这种复合色累积形成的这种黑色。如果黑的颜色呢就是一个单一黑色，那一定是现代仿品，哪怕是特别高级的黑锭，色黑如漆的黑锭都达不到呢灯光打完了之后呢是死黑死黑的。哦，你看这个上面的所有的部分呢全都是一样的黑，地子上面你看都一样黑，肩部更是这样，那肩部更是这样，釉没有通透感，釉色呢没有任何的变化，一点不丰富。那么看窑变釉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好像是有点丰富，但是你仔细看也就是两种色，上面敷着一层白斑，那么白斑底下呢一层黄褐色，也就是两种颜色。它比较起真正的吉州窑的这个颜色丰富的这个状态，吉州窑里边呢有十种色，刚才大家也看到真品了，那么这里边就两种色，所以呢丰富的感觉呢基本上要差几倍。而且你看这上面的所有的白斑星星点点的都一致了，转一圈没有哪不一致，釉层开片一致，腐化白斑一致，釉色没变化，窑变釉呢也不丰富啊，看到里边也一样，里边这个白斑开片都一样啊，都是一样，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土都是一样薄厚的。看到底足上面啊，底足上面这个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土锈了，这个土锈呢是不是平的，看到这儿，看这儿，
是平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像泥汤一样的这个水渍边，这个是人为糊上去，人为呢粘上去的。哦，好，先生，这界面也不对啊，没问题吧？就是后边再给你讲讲。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行。全军覆没。哎呀，没事，来了学学也挺好，就是。那这件呢，这个造型呢是标准的甲晚时期的造型啊、嗯。来，推上来。这个呢就是司马光砸缸啊。你看那个童子呢，手里边拎着个砖头啊。这个呢就是状元啊，游街，还有那个三阳开泰。你看这个前面是应该是一个阳啊。那么在这个清朝的这个瓷器画片里边有这种画片，底部的胎流啊，折枝瑞果，折枝瑞果花卉，童子的面部衣纹褶皱，包括内堂。哦，好，内堂还可以啊。对，内堂釉，内堂釉，看看啊，内堂釉呢有点这个素釉点，包括呢还有点沙粒沾沙啊，也就是落沙。嗯，内堂呢的确呢有点这个老化的感觉。哦，那就那个吧。那这个呢，如果说是真品的话，它肯定是石用器了。就是在历史上呢，这个直壶这个东西呢，它和这个瓶子不一样啊、嗯，它和一些呢，比如说呢，像这个炉啊，像祭祀用器呢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像那种瓶子呢，什么象耳瓶啊，还是那种盘口瓶啊，那是可能是作为供器用的。那么这类壶呢，它不可能是作为一个观赏器，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烧一个完全不使用的一个壶，然后摆着玩，那时候不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啊。那比如说这把壶。我一个手端着这把壶，就是我端着这把壶，我这么壮，我把它端起来都比较费劲了啊，我得两个手。但是，一旦要把这个里边的装满水或者酒，那么这把壶太沉了啊，就是这把壶的这个实用功能也有问题。而且呢，你看这个流口这么大啊，这个流口这么大，这么方的一个大流口，看看里边。看里边的小窟窿眼儿，啊，这么小个小窟窿眼儿，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壶把，这个壶把呢，虽然呢，明代的这个直壶呢是特别有名的，但是这个壶把上面的这个棱线，这个棱线做的，它既不是那种呢顺势起棱的那种，像仿金银器的那种卷边的那种状态。又和正常的平常我们见到这个壶把的棱线的关系呢，比较起来说呢，都是显得呢有点臃肿，而且这个上面呢就像这种衔接没有任何胶带，底下呢又不是一个如意，又不是一个什么贴合感觉的东西，这么厚的一个东西呢往这敷着待着，然后呢这个位置的衔接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至少呢这种窑器作品如果是真品的话，那甲晚时期呢做这类一定呢还是级别不是官窑的级别，也应该是呢宗室藩王用瓷的这种级别，不是普通民窑能做这种东西的啊。但是工艺呢太粗犷了啊，太粗犷了。童子的这个面部五官表情不具神啊，脸庞结构脸都是臃肿的，像这个裤腿上面身上的这种衣纹完全没有这个褶皱的这个叠压感。那么花的这种花瓣层叠，荷叶的这种卷曲的成组成丛关系，这些都绘制的比较弱啊。那么像这个寿桃果实的体量感，那枝子呈现出的这个叶子分出的叶片，那么自然生长出来叶片都是安上去的，插上去的，所以这样的绘画呢肯定有问题的。而且呢它的发色呢整体还是灰的，还是刚才我教的那招切过来啊，就是你看釉是不是闷的，你看这个青花的这个状态呢是不是颜色呢也是雾蒙蒙的，
我再要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呢？反复我给大家说这个要远处看。远处看呢，它的构图，边上的这些折枝花卉蕊果，和这个中心的这个杏园的开光，它的感觉呢是不是拥挤的？啊，没有这个错让的感觉。开光里边的构图呢也没有这个疏密关系，乱糟糟的。所以呢，整体的构图呢上面也是有问题的。胡留胡把呢做的有点这个粗壮过度了，哦，那么再有呢，这种呢本身呢它是一个扁胡，扁胡呢它既不圆又不扁，啊，这个造型呢也整个呢是显着感觉呢鼓鼓囊囊的啊，但是呢又没有这个杏园这个脊骨的部分，又没有这个两边合模扁胡中心的这种做工的一些印记，所以呢这也是个新的啊，这也是个现在新房，好吧，下一件。还有四件。嗯，好，看着葫芦瓶啊，那么这件葫芦瓶之前呢我们拍过一个带盖了啊，拍过一个带盖了，大家看看这个葫芦瓶，看看这个款儿啊，还真没款儿，这个葫芦瓶它底下呢是这样的啊，没款儿，没款儿。它这个下面烟熏那个呢？它就有点烟气，有点烟气。烟气。里边好像还有自然脏镜啊，看。哦、能照就行。我们这个能。对。对、看里边。嗯。对。这个风格呢是标准乾隆风格啊，就是这个底下呢一般呢像这类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底部呢就带有这个乾隆的六字青花篆书款了，当然这种呢葫芦瓶明清两代呢都有，底足呢大家可以看看，我相信呢这个翻过来底足呢会有很多朋友呢说这是接老底的啊，这个底呢可能是接的，但是呢底也是新的，这个呢砌壁底下这个地方至少得有这么厚啊，就是我拿在手上的时候这个分量都在底下，我要给大家说一点呢，就是有些窑器作品呢如果你拿在手上的时候，你拿起来拎起来的时候呢它有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锥状下沉，就是它的重量呢都好像聚集在一底一起呢锥状往下沉，它不是分布在这个器物的这周身的这个重量，那死沉死沉的，而且锥状下沉，这种呢手感上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这个呢器壁也就是下腹部的这个器壁呢做得很厚，但是呢这种底足的这个处理啊，也就是这个葫芦瓶呢本身是一个高级的器物造型，高级的釉色，但是呢这个底部处理这个呢是典型的一个民窑的一个处理手法哦，但是这个底足呢它也不是老的底足啊，底足呢也是新的底足，它有可能接有可能不接，但是呢这个底足呢肯定是新的底足，那么釉的这种光泽也是一种板结的状态，胎表很硬，这个地方呢还有一定的粘沙啊，也不是粘沙，也就是和这个底部的这个粘连有点这个窑具粘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粘连掰断了之后，这个地方留一点，这个地方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掰断了这个胎的这个质地是什么样的质地，这瓷化程度太高了啊，这个胎呢既不糯啊也不润，那是干白很僵的一种状态，那釉的这个光泽板结，而且呢釉质质地呢是很硬朗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器物造型上面呢，比如说像这个口这个位置呢下来这个口呢很愣的直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它肩部和这个腹部这个线条呢这儿做的太圆，那么太圆呢这个上面和底下呢就有点失调，这个位置呢应该在这个竖颈啊，也就是再高一点，也就是这个位置呢间隔呢应该再高一点，再鼓腹，在这个
风间古腹，但是呢这个所有的这圆的部分呢都在底下，所以呢上下呢都是毫无结构的圆啊，而且呢这个釉光呢烧制的这个显得有点硬啊，这件呢也是个新仿啊。这类呢其实它仿呢是有一点的这个仿的不伦不类了啊，造型上呢是按照官窑造型然后来做的，底足的那种处理方式，包括呢口沿的这种胶带以及器釉造型的这种转折关系呢，这做的就没有那个时代的美感了啊。好，这也是个新的。全是新的，全是新的。嗯，这个风格呢是明朝嘉靖风格啊，这个有款是吧？嘉靖款有款啊，这个是明朝嘉靖风格。这个呢是一个霁蓝釉的一个葫芦瓶啊，当然这个造型呢比刚才的葫芦瓶的造型呢协调度高一点，但是这个呢我不用翻底，这个也是新的哦，我来看看啊。哦，全是新的，没一个。对，你看喽。嗯嗯嗯。这个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口部的造型是问题最大的。嗯嗯嗯。底部呢，这是相当于是折笔啊，线条呢提安顿挫呢呈现的有点这个太过分了，那也就是显得很夸张。那像这样的这个用笔，起笔的这个部分呢又没有什么相应的胶带，你看这些起笔，这个书法功底呢很差。但是呢他又想表现呢嘉外时期呢行笔呢横竖转折，包括呢撇捺转折，折笔呢非常鲜明的感觉，那么这些折笔的部分呢又被夸张了啊。像这种呢竖画呢都是侧锋用笔，那么像这种呢锋芒毕露，青花的色料呢这个位置呢是死黑的一种青黑颜色，那其他艳丽的部分呢这个色感呢又没有这个相应的层次，釉层底下呢釉下的这个青花一定要有层叠关系的，也就是要沉下去的要浮起来的要有这个层叠关系的，这个呢完全的附在这个釉层表层，颜色呢都在外边飘着啊。那么这是有问题，字书写呢虽然感觉好像有点这个苍劲的感觉，但是呢那么这个书写呢是属于这个书法功底很弱的人书写的，很张扬啊，但是呢毫无章法啊，这是最大的问题。釉的表面黏腻，火石红啊，这个火石红呢也是和那个一样，这个火石红呢比较起嘉外时期的火石红呢太艳，橘黄色的像喷着油漆一样的感觉啊，这不是当时火石红的颜色。那胎的这个表面这个地方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是非常干爽的，有一点这种自然的磨损的。那其实像蓝色啊，蓝色颜色，如果我们大家呢了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拍过的这个明代中晚期的这个蓝釉，照上去了之后呢它是深邃的，那么这种蓝色呢色感呢也是没有变化的啊。这个葫芦瓶呢为什么往这一放呢我就知道是新的，这个葫芦瓶的造型最大的问题在这儿这个位置哦，你看这个位置太收太狠了是吧？它不是收太狠了，你切上来，啊，它这个位置呢要鼓腹，这个地方呢要有兜度，要有兜度，然后呢，往这儿，往里边伸再卷下来。嗯，这个位置呢上下呢过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有亏欠东西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上面这个口呢没有这个口沿上的蝙蝠胶带，直接是一个梯形。那么肩部这个位置呢稍微差一点，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儿的线条和口沿这个线条这个是最大问题。当然这个风格呢一看就是嘉靖风格啊，我没翻底我知道这个应该款是这个嘉靖款，但是呢一看口一看这个器物造型这个位置呢这一定是新的了啊，单色釉瓷器呢器物造型很重要，嗯，所以呢是个新的啊。下一件那最后一样啊，还有两件啊，没事都看了啊，都给您看了鼻器瓶，对，看看这个鼻器瓶怎么样，这个要投个票啊。大清光绪年制啊，六字矾红楷书款制，
手工书写的，不是印的啊。这个一看呢，手工书写的，有笔触，底部的这个修足，它有交接。我猜一下，您这个呢，是不是2009年到2011年左右买的？买好长时间了，是吧？九度，好，好，看看器身上的这个画面，如银头、符文，包括呢上面的这个云纹，云纹上面的如意云头，蓝色、淡绿、粉色，啊，外底的这个仰莲瓣。这个我觉得，它这个白的上面都有那个包浆。对，都有包浆是吧？对，就是玻璃白上面的都有这个皮壳包浆。对对对。哎，看看里边。这里也是深槽底啊，但是你看看这个侧壁的劈痕，云系的状态。嗯，好。我们宣布一下投票结果。三针十七页，也是大部分的认为是仿品。啊，我为什么刚才问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呢？这类仿品呢，应该是2012、2013年时候仿的，东西依然是新的。哦，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玻璃白上面的这个老化啊，我先呢说这个底部款字，我待会儿给您讲一个老化的一个问题。这个呢，防红彩，颜色偏黄。防红伞呢，我给大家换个角度啊，就这个角度，这个基本上像红色的油漆一样啊。那么上面呢，行笔的过程中呢，行笔呢在这个用笔的时候呢，是一种迟缓的描摹的啊，也就是抖抖嗦嗦的这种感觉。那用笔呢没有这个中气啊，行笔呢没有顺畅感。所以呢，这样的款的这个书写肩架结构有问题。哦，没有啊，这边没事。那这个防红彩的这个款写的呢，没有这个笔锋力道，啊，也没有这个肩架结构的这种挺拔，状态，啊，防红彩呢和地釉，釉是釉，防红是防红，是不是？感觉呢，拿了一个油漆笔在上面写的感觉。那么胎的问题呢，比如说像胎釉交接线，釉这一边釉很硬，釉比较薄，釉还比较灰，扒在胎上有那种莹润的水渍边线吗？有一点，稍微有点亮，但是一种板结的这种干亮的感觉。胎表的这种状态呢，这个胎表那么是很腻的，因为现在新烧瓷器呢，它烧制的这种胎呢很硬啊。来，我没动过它，我敲一声你就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声音了。这就是仿品的声音，为什么？磁化程度太高了，就完全没有这种这个声音共振传递的这个过程，当当的啊，就是拿在手上的这个手摸这个磁，它就冷手啊，就是冷手啊。来看这个仰莲瓣，仰莲瓣上面的这个勾线线条呢，都是黑色的这种没有这个变化的颜色。刚才您说了这个上面的玻璃白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是老的话，玻璃白呢应该是通透的，这种呢是一种浆白的湿透的一种状态。上面的这种老化呢，这个老化如果是真的不是这样的，那么玻璃白呢要有堆垛感，要有通透感，要有玉质感，那么再有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呈现出的粉色，这个粉色呢非常的细腻，这个绿色呢飘忽不定，那么这个蓝色呢是脏的，那么还有一种颜色，应该这个上面还有黄色，那么这个上面就淡色在这黄色这边渲染，
这几种颜色，每种颜色都是偏色的，而且呢，如果是真品的话，它勾出这个如意云头，勾呢一定是每个如意云头都是饱满的，这是变形的，这是变形的，啊，那么这个如意云头呢，有些勾不到位，有些呢又勾得歪歪扭扭，所以呢，这种云纹的画法有问题，防红彩也有问题，防红彩呢上面用笔干擦，你看到吗？这个笔锋呢都擦出这个边界线了，而且呢这个擦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呢就像呢这个。油漆刷子刷油漆一样的这种道子啊，那么这个位置呢，这个彩稍微有一点这个脱，但是你知道它这个彩的这种感觉呢，就像附着在上面的一层呢非常腻的一层漆一样的一种状态。那刚才说了内里的坯，这个坯痕呢也是现代仿品的一个普遍问题啊，这里边坯痕一样的密啊，没有这个宽的窄的变化，而且呢这个棱线的这个感觉呢又非常的生硬，因为釉层太薄，所以遮不住这个坯上的这个棱线，又密又匀啊，又均匀，就是呈现出的这个坯痕呢又非常机械，这也是现代仿品的特征。底下的釉照进去了之后，底下的釉呢也没有这种堆垛感啊，所以呢这个造型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造型呢有个问题什么呢，从这儿下来问题还不是特别大，这个口呢有点硬，这是很正常，就是老的呢和这个区分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儿下来之后，这个地方老的不是滚圆滚圆的啊，就是这个上面要往上挑，这个上面呢要往下收下来，有一点这个斜面支撑的感觉，这个线条呢太圆了，而且呢太宽太圆啊，比例上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件也是个新的哦。下一件，冯先生，都有人说您是我请的演员，真是。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是吧？不要紧，不要紧。好嘞，没事啊、哦。这件呢是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制，啊、哦，那底部的胎表腻的这种状态。上面呢呈现出的这个落花流水海瑞兽啊，两边呢有两个铺手，款沿上呢还有一些这个抱釉，那么这个风格呢是康雍时期的风格啊，就是落花流水的这种画面，康熙比较流行，那么这种器物造型再加上海瑞兽，这个呢是康熙雍正的这种风格啊，那这件也投个票吧，是只剩一件了，还有一件是吧？没了就这件、啊、就这件、嗯、咱们也再投个票吧。这个是哪年购藏的？这个也应该有十来年，这十几年了，应该十来年了是吧？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就是海瑞兽。海瑞兽，对，它海瑞兽呢，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不是飞龙啥东西啊？你说飞龙也没问题，嗯，但是呢，它就是把这个历史上的那个海八怪的那个纹样、哦，海八怪，对，嗯、因为呢，郑和出使西洋之后呢。这个海外的所见所闻，再结合中国的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海瑞兽的这个形态，然后呢绘制的有种纹样。那么更多的表现呢，那当时永乐皇帝呢，能这个恩威四海的意思哈、啊，就是全天下的都是他的，就是有点这意思，然后呢做这么一种纹样啊。那我们的投票结果是。十六针五十二验，这个呢还是看针的稍微多一点，但是也有五十二位朋友呢说认为是仿品。那么这个上面呢是有点这个老花的感觉的，而且呢比如说呢材料上面是有点颗粒光的，那比如说底足啊，对，底足啊，这个胎的这个表面也有点火石红啊，但是呢这个底部呢落这个乾隆款也很正常，因为它是康雍风格，那么落乾隆款呢是乾隆早期呢也有这种风格啊。里边呢和口沿上面呢还有这么一点这个针孔状态的这个小缩釉，里边的这个底足呢还是个深槽底，釉呢是白中闪
青灰的啊。但是这件经我鉴定，现代仿品，也是现代仿品，依然是一件现代的新仿哦。这件呢，虽然呢写着这个乾隆款，但是我给大家我要说一下这个乾隆款的这个问题啊。首先要看这乾隆款的问题。乾隆款里边呢，用笔呢，这些呢都是行笔的过程中呢讲究顿挫啊，线条呢深浅呢不一样啊，然后呢颜色上面也有变化，但是呢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呢，这种呢它是刻意为之的，也就是不是顿挫，它就是颤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写字的时候呢要有点抖笔啊。那么这种抖笔呢，它是没有结构的抖笔，那么笔锋末端呢色料堆积堆得像火柴头一样，颜色呢。青黑的部分我给大家呢打一个光啊，好了，你按一点，对，看到这个青黑的部分呢，颜色是不是一种浑浊的完全湿透状态啊？所以这种的青花色料，一是不细腻，二一呢它的颜色呢深的深浅的浅，视觉看上去呢这个款呢它的青花成色呢是花乱的。还有一点呢，比如说像这样的笔，对，正常光线，像这样的这种用笔，还有就是两边的线条和这个中心线的这个差距啊，再有就是这种扭来扭去撇来撇去的这种线条，那么这种呢它不是说去能仿写出这个乾隆时期的那种金石韵味的，这种呢是刻意彰显这种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个金石味啊。以前的金石味它不是要把这个线条呢写得不直它就有金石味了，有点顿挫它就有金石味了，不是这个概念。那么线条里边要有力度的啊，而且呢那么行笔的这个状态呢要有缓急的，这个青花色料粗，那么颜色呢橙色的青黑的颜色呢是矮板的一种状态啊，而且呢字的间架结构书写本身有问题，书法韵味差，那地釉呢是不是也是灰的。我之前呢我给大家呢说这种问题，那也就是铁质斑点。铁质斑点呢是这个窑器作品里边胎里的一些杂质，那釉里边的一些杂色，然后呢形成的。但是呢这个铁质斑点的这个外围线呢完全没有融融度，也就是看上去呢你看死死的，没有任何的融融感。这个呢是现在窑器作品的一个特征，为什么呢？烧的时间太短，你看是不是。那么里边在晃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在手指上去了之后，你看到这个表面这个釉呢完全没有紧亮的效果。这个呢如果是乾隆的话，也是应该乾隆早期的，这个釉光呢是油油腻腻的啊，而且呢釉的质地是偏松偏抛的，那么针孔状态的缩釉这些就很明显的说明问题。有的这个缩釉呢这个感觉呢像这个针孔一样，但是呢没有这个釉的这种肥润感，也没有这个缩紧的感觉啊，釉色也是偏灰的。那么稍微暗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釉色呢颜色呢非常暗淡非常暗淡。那器身上的这个画面，像这个水线，这些水线的笔锋呢都是拖着走的啊，线和线之间没关系，没有任何韵律。那么这个海八怪的这个海瑞兽各种画法都有，这很正常啊，一直到这个清代晚期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勾线画的这个怪诞一点，或者画的呢稍微结构严谨一点，那么这个都很正常。但是这个笔触上面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毛发这个线条用笔都是拖着的，那么结构关节的部分呢，身体上的这个遒劲感赤羽展开这些都不行。黄色啊，这个黄色，那么我们平常呢能见到康雍乾三朝的这个黄色，这黄色呢有这种黄的里边呢好像有点那种柠檬黄啊，当然也很正常，有点这个偏绿，这种黄色这个色感里边又偏绿，而且呢颜色呢色彩呢很化工，味道呢它不是当时的那种颜色，很娇艳很透彻的感觉。那么矾红彩呢也显得有点太浓太油，像这种落花的这个花叶它也不知道要表现什么。那么像这个花头上面的这个红色的这种颜色渲染，
这个擦染的感觉也差了一些啊、哦。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兽头，兽头呢也没有结构，眼睛呢也没有这个怒目圆睁的感觉啊，鼻头呢很臃肿，额头，那么上颌结构这些呢都是非常的臃肿的啊，很绵柔的。像这类口沿上的这个包幼，这些包幼啊，这些，这个根本不存在呢胎和幼的这个结合不紧密出现的，要么是针孔状态缩有和里边一样，要么有些呢，那刚才我看到这个包幼，那都是人为在上面敲了敲的，那么这个不存在呢，是包幼爆开的，你看到吗？这个和这个包幼没关系，都是人为敲出来的，这就在幼层表层，你说是磕又不是磕，啊，材料的表面的这种隔离光，这个现在的新房包括呢，近些年的仿品，这个隔离光很容易仿出来了，但呢它不老道没层次啊，画面还是显得有点烦乱了。这件呢依然是个新的了，哦，远处看着也不透彻。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冯先生啊，就是学东西了，对，崔老师学东西了，对，有，也不是学东西，就是学字学字。因为呢您也收藏了多少年了啊，就是这次呢有这个机会来我这儿呢，我大概给您讲一讲，然后呢稍微也对这个呢以前判断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有一点这个小的反思啊，对，就是现在呢主要是乐呵乐呵，嗯，然后收藏这个古董更多呢不在于这个东西呢就逼真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呢值多少钱，其实更多的是晚年乐趣啊，嗯，了解了解学点东西啊，很充实，丰富娱乐这个咱晚年生活啊，这是最重要的。行，好，高兴就行。哎，对对对对，谢，好，高兴就好，谢谢崔老师，哎，好，谢谢指教啊，哎，感谢您，学了很多知识。行嘞，慢着啊。好，没事。我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回去了，坐时间比较长了，扶着点，不要紧，扶着点。好，没事，好，谢谢啊。好，从那边从后边走。这边。对。好，你小心。好。哎，小心小心啊，您行啊，得扶到楼下去啊。哎，好，好，谢谢薛老师啊。好，谢谢。您慢着啊，您坐的时间长了，你就冷不丁坐站起来。嗯。啊，我喝口水啊。是，我首先呢，这位先生呢建议我啊，这个劝大家几句。在我们直播间呢，我相信今天那个不是说所有直播间的都是年轻人啊，都有很多老年人，而且呢，甚至有很多朋友呢都是收藏了若干年了，比如说收藏了20年、30年了，手上的藏品呢，应该也会不少啊。而且呢，这位冯先生呢，我也知道他今天带了10件，家里可能还有不少啊。但是放平心态，我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包括呢有些人呢在这个攻击我的这个评论里边啊，有很多人呢就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也偶尔我也能刷到啊，我心里特别清楚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到各地海选这些年，那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呢历来收藏了20年、30年啊，家里的东西呢，藏品很多很大量的时候，带有藏品过来鉴定，我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人心里肯定不服气嘛。但是这个现在信息呢，已经非常非常透明了啊！我相信呢，即便呢自己不承认，子女啊，那么他自己等到他能对这些藏品呢找个人然后来认知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个之前你收藏的心态了。为什么呢？他就要找一个那行业里打听打听谁真能看东西啊，谁靠谱，那么帮看一看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放一边了啊，对的呢这个有什么样市值啊，是不是能传家，或者是不是能继续收藏，或者能不能变现，这个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啊。这个藏品呢无论我怎么说啊，这个您怎么认知，
藏品的本身的身份性质呢，它不会有任何的丝毫变化。所以我也这个奉劝啊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手上呢有大量的藏品，那么如果您现在呢已经呢是位老年人了啊，不妨呢花点功夫抽点时间啊，拿着东西呢，或者是让子女呢拿出来看一看啊，东西呢对还是不对。当然我也会认识不少啊，因为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说你绝对是富二代啊，他也特别的傲娇啊，就是说我家里藏品多了去了啊，然后呢我和他关系还挺好。有一天我去他家了之后呢，从他家出来之后呢，我说哥们儿还得脚踏实地点啊，怎么了？哎呀，我说不怎么了，就是说我说还得靠自己啊，就是你家里那点东西呢你就别指着，然后呢把你变成富翁了啊，对吧？这个是关系特别近的啊，这个我就直截了当给他说了，当然我也不能说给人说的死死的。这种好多子女呢觉得这个父母呢收藏了很多这个藏品，那么一直以来呢抱以巨大的这个希望，甚至呢我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啊，当然这个也是北京的一位藏家。这位藏家呢他自己赚钱啊，以前呢工作特别的好，然后呢赚钱呢还是比较轻松的，但他一直以来收藏家里边的那些呢稍微富裕一点的钱全被他变成藏品了。那家里的这个生活条件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花费呢特别的紧张。那子女呢，子女享受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的优越感，那么老伴儿也没跟他过一天的好生活。然后呢等这位先生呢去世了，然后家里子女把家里边满屋子藏品拿出来呢要找人鉴定的时候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托朋友找到我，然后呢我一看，我说你就别指着这些东西了，没一件真东西。你说老头生活啊，那么节衣缩食的赚钱还赚的不少，把这样的钱全花在这个买了一堆赝品，子女没受到任何的这个恩惠，那么老伴儿也没受到相应的这个优质生活的一个保障，然后自己呢又这个苦巴巴的天天呢紧衣缩食的啊，也就是绝对不在这个任何方面呢多花一分钱，把这些钱全都这个花到这一些藏品上了。当然据我了解他生前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是想把他自己有生呢赚到的这笔钱呢扩大化啊，那以一顶十以一顶百，想把这笔财产啊留给老伴儿，留给这个子女，心情是好的，但是呢最后了之后啊发现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子女啊老伴儿能说什么，但是呢儿子呢就骂骂咧咧了啊。你要知道你出于好心那时候呢想给这个儿子呢攒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到了来了之后呢，儿子发现我穿没穿上好的，吃没吃上好的，然后学校也上了一般的学校，然后呢你最后给我留了一堆这个这样的破烂，一件真东西没有。这就是很多的这个真实案例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每位先生呢都是这样，我相信呢刚才这冯先生呢他自己很理性的啊，就是每见讲东西的时候呢他自己非常理性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呢不理性啊，不理性的情况下你自己至少我今天在这直播呢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你也稍微呢想想啊，就考虑考虑，然后哪怕说呢你现在呢还继续在收藏的时候呢要打住啊，先呢看一看啊，了解了解，然后呢再往前走。如果呢实在一看收的东西呢不尽人意，那就彻底打住了啊。就是这个古董呢刚才说的是账务，也就是多余的玩意儿，有钱呢你就收点，没钱就拉倒
而且呢千万不要痴迷这个事儿。你收一件是这样的状态，你收十件还是这样的状态，你再收一百件你还是你啊、嗯、这个古董艺术品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那天我给大家就说了，我说这个古董呢就是你富裕的时候呢你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不急之需的时候啊，或者是想要变现的时候能拿出来变现，这就是优质收藏了。不在乎呢你当时呢是花了一百万买，现在呢卖了五十万，不在乎这个问题，还是你花了五十万买的，现在卖了一百万，你赚钱了，也不在乎这个问题，在乎呢你收到的东西呢是不是可变现的真品。这个就是我们天天在直播讲解，那么天天呢给大家呢普及这些知识，也就是基础知识的一个主要目的啊。因为各地在这个海选的时候呢，我见到的朋友啊，那么各地来找我这个鉴定的很多藏家，大概率是这样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少数。如果是个少数的话，我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的一个心情啊。那我为什么搭这个平台，还在这儿拍着胸脯保真，而且呢还是没有任何期限的保真？你说这个呢，很多人呢说我哗众取宠啊，说我呢没必要，说我呢多此一举，说我这个所谓保证不免责呢都是口头禅啊。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啊我们现在呢面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藏家，只要在我们这儿购藏的，他有个永久保障。那比如说你买了啊，交给儿子了，这个从老崔那儿买的啊，他是有保证卡的，假了找他啊，我能脱了干系吗啊？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想把这个局面给它扭转过来啊。扭转过来呢，就像刚才呢第一位的这个年轻人一样，从开始呢哪怕呢他买了一件假的，但是买了两件真的，这个孩子这个将来呢前途不量啊，在收藏上面呢肯定会走得非常好。今天又来我这儿了，我又给他讲这么多啊，接下来呢他关注度包括呢信心倍增，那么学习的这个热情呢又高涨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说这个市场能不好吗？肯定会好的啊！有请下一位藏友啊。